谢谢大家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咱们是好久没见了，终于又见面了。很高兴。首先，请您欣赏相声《酒色财气》，表演者张九龄、王九龙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特别的开心啊，哎，又能站在舞台上给各位说相声了，激动啊，哎，因为好多原因呢，很久没有在这个大剧场见到观众朋友了。是的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啊心里也是特别高兴，嗯嗯，而且也特别喜欢听相声。哎，不喜欢人家也不来呀。说实话，一上来观众就给我们鼓掌，哦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我们哥俩这么多年呀，在德云社这个平台上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，也是大伙们捧，观众捧咱们，嗯，师傅师娘给我们机会，我们都属于是从小剧场逐渐的走向了综艺节目，没错，很快的又走回来了。嗯，啊，确实没走几期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没有关系，还会有的。在小剧场，在大剧场，咱们都得拿出最好的状态带给大家。哎，都一样。哎，一看您头一场，好多朋友还在陆续的进场当中。哦，没坐满。聊个天啊，找个地儿啊，嗯，没有关系，不着急。我们哥俩慢慢的说，是您各位呢，慢慢的听。一会儿才会出现这个包袱和笑料，没错。得隆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。哦，有必要说我吗？这是我的搭档，叫王九龙啊。我的名字。相声说得好，哎呦！而且在德云社，人家身份也不一般呀。啊，哪儿不一般呀？您看我们在这儿说相声，我们跟郭老师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师徒关系。哎，基本上都是师徒关系。您可不是啊。我跟观众还有所隐瞒。是。他跟我师父是那个叫生舅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生舅关系，他是我师父的舅舅，嗯，的外甥。您要说个头啊，我确实是他舅舅。您要说辈儿呢，他是我舅舅，啊，您是属于是郭老师的外甥，我是外甥。但是在这个后台，人家不止这关系，哎，从来不仰仗。这么多年脚踏实地，嗯，也有自己的粉丝基础，有那么一个俩的。哎，还客气呢。今儿我们哥俩来北展这路上，哦，就进那后门那儿，是是，让观众认出来了。那不很正常吗？哎呦，特别女观众还是女观众比较多，一见着王九龙特别疯狂啊，激动，就在大街上看王九龙。嗯，哎，我靠，哎，至于的吗？哎，啊，叫什么来着？哎，白激动了。哎，哎，叫什么？哎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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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有这好事儿啊？这个干嘛呢？不是。就想您有这么想着，叫什么？去，叫什么来着？那我就不进后台了，我就。那你看吧，王九龙可想起来了。人九龙没有明星架子，咱比较低调，回头就跟人聊天。说什么呀？妈，您干嘛去？这么多年您的病可是好多了。哎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我妈50多了，见着我这样。像话吗？这个不是，就是像话吗？你妈认识你，我妈能不认识我？旁边有一女观众也认识您，旁边有个粉丝。哎，相声说的多好啊，嗯，长得也精神啊，比较白啊。怎么了？继续啊，继续抖您的包袱，来来来，说白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不就是黑点吗？又吃心了？可不嘛，嗯，真是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肤色之上。呵呵呵呵。别着急，人九龙相声说得好啊，您捧我，哎，而且在生活当中，嗯，人家兴趣爱好也有很多，哎，比较杂。我就说一点啊，嗯，他有一点兴趣爱好，您说，喜欢追时髦，啊，年轻人嘛，潮流，什么这高科技的东西？后台您看，我们侯震老师喜欢电子产品啊，侯叔，光是那个爱好的四字词语，能说出好多来。您给举个例子，花鸟鱼虫，哎，这算是好的爱好。琴棋书画，嗯，吹拉弹唱。游山玩水还真不少。真那么说，有好的爱好，嗯，各位就有不好的爱好。哦，还有不好的爱好。您别看我岁数小，嗯，我总结了，是不好的爱好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酒色财气。哦，这四样不好，千万不要沾。是吗？还有那么一个打油诗形容这四个字呢。啊，怎么说呀？说酒，哦，是穿肠的毒药。毒药啊。色是刮骨的钢刀。你倒你倒你
你说色，你拍我干什么呀？这不就表演？你别老跟着煽动群众啊！你就说你就行了啊。说色是刮，你别看我，你老看我，你往下说呀你啊。说色是刮，我踢你了我。你这么多年少踢我，好好的行不行？色是刮骨的钢刀，你白不了。财是下山的猛虎，嗯，气是惹祸的根苗。您瞧瞧，还一套一套的，都不太好。那您给我们大伙儿解释解释。咱分着说。好，先说这个气啊，就是生气。各位，您要是有懂中医的，您知道哦，这个《本草纲目》写过这么一句话，是气大了伤肝，哎，还伤屁股。不不，您先等会儿，这哪本书上写的？有这个。胡说八道！气大了伤肝，没有，还伤屁股，没有，这气大了伤肝，我们大伙都知道。一到了春天，肝火旺。对呀，走肝，怎么还伤屁股呀？伤屁股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拿您举个例子好吗？哦，拿我打比方。各位，您看王九龙啊，嗯，表面小伙子温文尔雅的，是，应该是挺好接触的吧？啊，对呀。实际不是，嗯，生活里脾气特别的大。我脾气大。这一大褂一脱了，嗯，一身的纹身。一身啊，嗨，就我倒是喜欢这个，就是喜欢那黑社会呢。哎呦，可不能胡提啊！喜欢那个一身的纹身啊，这肚子这儿，这肚子这儿纹俩炸弹。对，这不怕崩死我们这个纹俩炸弹？不是定时炸弹，那是四个二俩王。我这斗地主来了，上这儿纹俩炸弹，没听说过。上回我们哥俩一块洗澡去啊，他趴那儿不得搓澡吗？是，王九龙刚往那儿一趴，差点没吓死我。我窜了。你窜了，真的，那是搓澡师，我害怕啊！搓澡师，我给你，嚯，大哥，别出来了！我加钱呗，加钱也不行啊、嗯！为什么吓着我了呢？为什么呀？王九龙这两边的屁股蛋上，是一边纹了700多只苍蝇。我有病啊！我纹这么多只苍蝇干嘛呀？他管这叫一定赢。我排瘾太大了。哎呦，你老盯我屁股干嘛呀你？那你那密密麻麻的，我不得看看吗？看不代表能白。生活里，我跟你屁股比赛，像话吗？嗯，对，屁股比赛嘛。哎，嗯，不要鼓掌。嗯，在生活里啊，人王九龙脾气也大。我脾气大。您像我们德云社这个文化有限公司，每个月15号，我们都得去领工资去，发工资的时间。哎，我们都得到师娘那儿跪着，谢谢师娘。谢谢。别，没有啊，不至于的。师娘给我们发工资，哎，我们拿这钱回家交家里，哎，养家糊口，还得吃饭呢。是。人九龙不接啊，我呢，拿着钱就出去玩去。啊，我倒是不在乎钱。前些日子又出去了吧？啊，出去玩去了。出国玩去了。哎，行了。各位，九龙上欧洲了。确实是。多让人羡慕啊！欧洲，欧洲是11国。您听听。双日游。哈，我。哈，没给这孙子累死，您知道？我全跟天上的我，11国双日游。不对吗？那我您说反了。哦，说反了。俩国家11日游。哦，这两个国家您深度玩的11天。我这深游啊。哎，深度游、嗯、深度游。平时跟我们也不一样啊。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大剧场我们可能有统一有班车呀，小剧场演完自己解决下班问题。小圆子，您像我下了班赶紧坐公交地铁赶紧回家了，也不错。人九龙能行吗？我什么样？有钱有脾气。哎呦，在台上演出，哎，外边司机等着九龙。不是，咱这说这同事这么多人，咱平时低调。低调什么？司机等着九龙。还有司机。后台有一师弟啊，看九龙下场了，赶紧跟司机说。说什么？那什么，角儿下来了啊。什么？角儿下来了。哦，角儿。那可不得称呼您吗？我是角儿。角儿下来了 啊，把车热一热。热热车。得把空调调成25-26度最舒服的状态，恒温。哎，角儿换衣服了啊，嗯，准备出门了。是。王九龙从后台出来，哎呦，往车上一坐，司机片腿上车。嗯，膜拜呀、啊，低碳吗？我没碳了，我这个啊，不是您前不都说我有司机吗？对呀、啊，趁车我这干嘛呢？我限号来膜拜不行吗？共享单车？那你开什么空调啊？您这个司机热热身，这是跟你热车吗？对不对？热热发动机呀、啊！我骑膜拜我还来一个司机？对呀、啊，那后边一坐多舒服啊！后，你等，这膜拜据我所知。没有后座吧？就是没有后座啊。没后座。没有后座啊。那我坐哪儿啊？轮胎上。哦，
伤屁股吗？伤屁股？不是不是，你气大了伤伤屁股，往轮胎一坐那会儿啊。司机前面就蹬，真的，哎哎哎，我都有画面了，哎，就这个行为，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来描述，怎么描述？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司机站起来蹬啊，哎，别站，行了行了，别站起来了，好家伙，我飞起来了，我一会儿，人得是夜生活呀，给我磨没了一会儿，夜生活人讲的上酒吧，我先去医院吧。好吗？人得去酒吧哦，有这必要吗？但是啊，朋友们，人不能第一场就去酒吧呀。那怎么着？下了班人先得吃口饭去呀。哦，还有二场呢。我跟您说一地儿吧。嗯，三里屯怎么样？繁华呀。哎呦，有钱有那个地儿可太多了。对，我戴眼镜刚看完嘛。哎，王九龙，经常光顾三里屯一个超六星级的沙县小吃。那不怎么样那个。哎。哎，那叫有钱吗？啊，那有排面吗？那个先吃呗，对不对？去好饭馆啊，就吃沙县，就吃沙县。司机带着王九龙啊，在前面开车到沙县门口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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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确实挺疼的。嗯，哎，王九龙片腿下车。嗯，啊，擦着擦擦着，这不师傅一会儿擦汗的吗？这个。于大爷啊，那行那行，于、哦、大爷，这行这行这行，各位这亲戚多狠、啊，这行这行这行。王九龙，我这到沙县门口，嗯，把那个沙县的推拉门打开。沙县推拉门，哎，一进去之后，服务员，叫服务员，先给我来张纸。哎，对，我先垫着点儿、嗯哎。行，哎，完了，这回用了，哎，这回用了，全得罪了这回。我再亲一口，嗯。你倒是不摘神儿，给我来张纸。嗯，往那儿一坐。嗯，服务员是把菜单拿过来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沙县有菜单吗？那不墙上挂着吗？那不都？你以为得有呢？啊啊，来吧，就开始夜生活啊！我要干嘛呀？先给我点菜啊！要点餐，点菜哦。我要吃花生米。花生米，我至于这样？花生米，花生米，蒸一个，煮一个，炒一个，炸一个。嗯。这厨子得骂死我！哎，给我放在四个盘子里啊，四个盘子里，哎，要排面呢。嗯、完之后我要吃松花蛋，凉菜。松花，各位，您吃过松花蛋吗？您这不废话，谁没吃过松花呀？啊、各位，咱吃那松花跟人王九龙比不了。吃松花有什么比不了？咱在座咱都是普通人。对呀、啊，咱家里吃松花切瓣儿。对，放点姜末，来点醋，顶多您说为了好看放点彩椒，这是天了吧？都这样。王九龙这脾气，吃松花能切瓣吗？我榨汁儿，松花榨汁儿，各位跟喝泥似的。哎呀，太恶心了！给我来四粒花生米，四粒花生米，一杯松花蛋汁。好家伙，听着就腻得很。再给我喝酒啊，咱得啊，得点点酒，给我来点啤酒，喝啤酒。头一场别喝大了呀。嗯啊，去。上菜去吧。嗯，没一会儿，四粒花生米，哎呦，一杯松花蛋汁儿，好，这是一扎呀，这是、哎、一瓶啤酒往那一放，一瓶啤酒打开了，好，服务员，嗯，拿一个高脚杯来，咱不要难为他好不好？沙县能有高脚杯吗？您这可以去旁边的杭州小笼包借一下啊。一会儿人好不容易弄后厨吧，给你倒腾一高脚杯、嗯，还真有。咱们也喝啤酒，都喝酒。咱要喝啤酒，夏天路边摊往那一蹲，来一小马扎喝一箱得了，舒服啊。王九龙不急，我哎，把这啤酒高高的举起来，嗯，倒在高脚杯里。至于这么倒吗？看这个啤酒花它绵密不绵密，先醒醒酒啊、嗯。我这人废酒，这一杯就晃出去了。是，要不说怎么说废酒呢？这什么意思？餐巾。这，哎，我都沙县了，就别玩洋的了，行不行？我这不是要品味吗？什么品味呀？松花蛋汁。嗯。我这不遭罪吗？我。享受生活。花生米。嗯。哎，好，掰一半吃，你看看。废话，就四粒儿，吃快没了。多会过呀！我放回去，嗯，放回去。您正在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当中，这个成语用得好啊，纸醉金迷啊！您正在享受呢，我这潇洒呀！让您生气的事儿来了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有生气的事儿吗？
在边上那桌啊，坐着青年男女搞对象。那怎么了？各位，咱都搞过对象。是，好比说我们两个小伙子吃饭，嗯，俩菜仨菜就够了吧？就凑合一口。一赶上搞对象，嗯，这小男孩总想多点点菜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？显得自己有钱呀。有钱来杀线。有钱来杀线。不要瞧不起杀线。但是这两个人搞对象有点太奢侈了，点的多。两个人搞对象甜甜蜜蜜的，哦，点了八粒花生米。哎嗨，行了，两杯松花蛋汁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人俩人嘛，人家给王九龙气坏了。我这就生气呀，哼，呦，脾气大，倒霉去吧。我说人家，我才点四粒花生米啊，你们俩点八粒花生米，是你们就是跑沙县洗钱来了。对。这都什么话，这都是一对狗男女，这话太狠了，出门就让车撞死。哎，这男女都不是正经职业。什么职业？都是为非作歹，就等着拘留吧。你们就至于的吗？您忽略了啊，您以为啊您是小事的喃喃自语。哦哦，其实那天呢您带着一个巨大的耳机，声音呢，您这一句话建筑面积四平方米的沙县全听到了。那不就是喊上了吗？我，您绝对是惹错人了啊！边上那桌那哥们站起来，两米，哎呦，比我还高呢，比你高半头呢！我的天哪，300斤大胖子，太胖了，有打拳击队退役下来的啊！人听见了，是，人走过来，哎哎哎，撂下啊，撂下，说谁呢？问我，刚才说谁呢？哎呦，揪我脖领子，啪！打我，给一个嘴巴。哎呦，各位，这是我亲搭档，是我要在现场，您明白我什么心气吗？咱俩一块儿上，你甭说是300斤拳击队的啊，就是恐怖分子来了，我跟您一块弄他，啊，太够意思了，真是的，拿就跟打那便宜人不要钱似的。看看，拿过来，哎呀，你乐什么呀你？我难受，没瞧着你难受来。我看您挨了打，我心里比吃的棉花糖还难受。那是难受吧？那个左右开弓啊，啊，6800个大嘴巴。好，你跟边上数着来着，给王九龙抽的跟小猪佩奇似的呢。我改吹风机了，我。好家伙，跟他打便宜，嗯，啪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给他脸抽的黑紫黑紫的，跟你脸。嗯，抡过来就抽，跟你一个色儿。就在这会儿不？怎么想出这个事儿来？黑子黑子的，哎，就在边上就抽。嗯，要不说各位，这会儿就得有人拦着点儿。有人吗？边上那小女朋友啊。您早干嘛去了？您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家有贤妻，夫在外不遭横祸。好话。人家女孩站起来了。嗯，停，不要打了。你看人不乐意了，心眼那么小啊。真是。他说咱俩两句，咱俩能掉块肉吗？好话。你这个没轻没重，大嘴巴给脑袋抽坏了啊！你要进监狱了。咱俩哪有幸福啊？瞧瞧人家，别抽大嘴巴了。对，拿刀囊死他呀！这都什么词汇？这都是什么叫囊死我呀？拿刀囊死他呀！啊！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那哥们儿，我跟您说，哎，彻底绝对是大流氓啊！不是怎么个大流氓啊？吃沙县带菜刀啊！我的天，吃沙县随身带刀，吃沙县带菜刀，那可是太地道了。是啊，好，行了，行了，老北京吃沙县都得带着菜刀，地道，好好，随身带着菜刀啊！嗯，太横了，人那对我干嘛不囊死他呀？嗯，可来吧，来吧，顺自己内裤里面啊，嘡啷啷，这一把刀，行了，好铁，行好铁。顺哪儿把刀拔出来？内裤里面，嘡啷啷，菜刀出鞘。菜刀出鞘。你等会儿啊，我琢磨琢磨。不是，兄弟，这刀也没这么钝。不是，这就不怕自己受伤吗？这个。人打流氓人都练过，哦，还练过这个呢，还练过这个呢，裤裆藏刀嘛，啊，绝对的，嘡啷啷，菜刀出鞘，这都练过。苏秦，哎，来，这更不行了，不是，这菜刀出鞘。自个儿圆一下来，这是什么？他这个你嘀咕什么呀你？
你自个儿表演你就说来，哎，你自个儿说，自个儿惹的祸来自自个儿扛。来，这什么什么？你说这是什么？那身份证掉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就是他们以为的。哦，身份证。对呀，身份证。身份证哦，这一使劲，身份证掉了。从那他身份证也藏到内裤里面。哦。百宝内裤，对，哦，拿身份证都得是这么拿是吧？对，这么拿身份证是吧？实名举报嘛，啊，我以为都这么拿呢，哦，这么拿，烫愣愣，嗯，这是身份证，我弄死你！哎，我谢谢你，这是身份证吗？这是身份证吗？是吧？不是，那他反正嗓子疼，这怎么嗓子怎么样？别问了啊，再问圆不上了。你就不能说喝的松花蛋汁鸡的吗？一下就鸡住嗓子了。我弄死你！这是一个优秀的捧哏的。对，我也是鸡着嗓子了，拿这刀啊，刚要剁你，剁我，人媳妇儿给拦住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他早该拦住你。动菜刀，你动菜刀，你这就变性质了。变性质？我不是。绝对变性质了，是性质，我对是性质，你至不至不至于的，你这就变性质了，全变了。你从民事纠纷，嗯，你这你动着凶器，这就是刑事案件了，就改闺蜜了。哎，你听我，你别拿菜刀拿了，你把菜刀给我。嗯，顺桌上把啤酒拿起来，来，咔，来玻璃瓶子扎死的不算凶器，扎死的。这姐们太狠了，人小伙子接过玻璃瓶子，嗯，把你给摁趴下，摁趴下，冲着屁股拿着玻璃碴子，嗯，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解恨来了，气大了伤肝，嗯，还伤屁股，这么个屁股呀，就不是，反正我就劝您什么呢，嗯，就是在外边啊，有什么事儿咱别生这么大气，别去沙县，哎。那该去沙县您去沙县，对对对，都沙县告我们，别跟人吵架，哎，别生这么大气，嗯，尤其在座您好多男性老爷们儿，咱外边生完气，嗯，回到家里您说要跟妻儿老小一撒脾气，那犯不上，都别带刀，哎，对对，你听相声也不能藏着菜刀啊，嗯，这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是气大了伤肝，这就是气。还有一个就是酒，喝的酒，各位这个酒啊，嗯，好多地儿都有这个酒文化，对，今儿在座的有多少是东北朋友？我能采访一下吗？东北人。啊，这么多是吧，嗯？啊，那我不了解东北酒文化啊。嗨，你是怕囊是怎么着你？我了解啊，好多地儿讲究拼酒，就是较劲。哎，而且各位，有的人天生就能喝啊，什么人能喝呀？有的人天生就不能喝。您给说说，什么人不能喝啊？嗯，您各位，您坐边上肯定有这朋友啊，一喝完酒脸红，啊，就是上脸啊。好多人说啊，这是红脸的汉子可交，实诚。没那个啊，不是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他的肝里少一种解酒的酶。哎呦，说是脸红，那不好听，那叫轻微的酒精中毒。有知识，要这种朋友，咱别跟他喝，咱劝着点少喝，保护他。对，还有的人天生就能喝，什么人呀？年轻不服是吧？你说呀，他这种人，这就代谢的快。代谢，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出汗，见没见过啊？那是酒精挥发。冬天喝酒，这哥们儿都能丝薄的汗流。那是怕结账，不是怕结账。酒精在他身体里停留的时间就短。嗯，还有一种这个就是代谢的方式啊，什么？可能说出来有一点牙碜啊，叫走肾啊，就是上厕所呗，哎，一会儿就尿出去了啊，正常。这种人也能喝。嗯嗯，我边上就有走肾特别快的。谁呀？他父亲。哦，我爸爸。嘿，各位，您有机会您了解一下。嗯，王九龙他爸王八龙先生，就是放眼我就过了你我，啊，你已经拔出刀来了，使不得呀。谁爸爸？哎，谁爸爸王八龙啊？我王九龙，我爸爸王八龙，我好像亲密无间吧？那不好听，我爸爸是我哥哥，是怎么着也？那你父亲老王行吗？对，就老王，王老爷子。哎，这就是喝酒特别能喝，能喝酒，而且走肾，嗯，特别特别的快。是吗？就是真的，各位，快到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啊？夏天大排档咱不得喝扎啤吗？扎啤爽喝着，哎呦，他爸喝这扎啤，嗯，就走肾快啊。多快啊？就是喝一扎尿一扎。那喝一扎尿一扎，
喝一扎尿一扎，喝一扎尿一扎，最新鲜的这一晚上老是这一扎。这块怎么有女生乐这么大声啊？真的不是废话，什么叫喝一扎尿一扎、啊、喝一扎夏天这干杯啊 Cheers、啊、Cheers 这还起高了呢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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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，这就干了。哎，打嗝吗？他爸天天这么喝啊，但是呢，他爸属于什么呢？咱这话不好听啊。你说，有点酒后无德，就这还能喝多呢？就一杯来回喝，这还能喝多呢？那还有点酒后无德，那就别喝了，下回。具体什么行为呢？啊，喝完酒回家呀，跟他母亲撒酒疯。跟我妈。你说这个，有时候两口子他妈有脾气，是两口子弄急了，弄蹭了。第二天能打起来，哎呦，您弄得鼻青脸肿的，怎么上班啊？多不好啊！他爸那天看见我们哥几个也爱喝酒啊，年轻人嘛。但是我们喝完就没事啊。是，他爸就请教我们来了，请教。一见面特别客气。是，大哥，我问你一事儿。哎哎哎哎，不会聊天呢？我爸爸能管你叫大哥吗？那叫什么呀？什么叫什么呀？叫九龄。九龄。啊、嗯，八龙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害我也难以启齿。嗯。我好喝酒，你也知道是吧、哦？这个事儿你知道对吧？我喝完了呀，你大妈不让进家门，主要是骚气。哎，什么叫骚？你都泼脸上了那个。有时候啊啊，我们两口子能打起来。是，你说弄得鼻青脸肿怎么办呢？我看你们哥几个，你们也老喝酒，咱们也喝。哎、你们喝完就没事儿。对，有没有什么办法给大爷支两招？问问你，大爷这酒局不能断。嗯嗯，我说您瞧，爷们儿。这北京城我啊，喝这么多年白喝了吧？这不问你了。我告诉您绝招啊！啊，你说，下回再喝多了啊，到家别敲门，不敲门，千万别敲门。那干嘛呀？到家咣咣砸门，当当踹门，不开没关系。踹门，站在门口就脱衣服，脱衣服。您琢磨呀啊，家里媳妇心再狠，得扒着猫眼看看喝成什么样吧？啊，也得瞧瞧啊。一扒猫眼，哎呦！怎么喝这都光膀子了？这别给我丢人现眼了，光着呢。进来闹腾来吧，这门就开了。哦，这门就打开了。门开了，别着急进去，赶紧进。那不行啊，把衣服先扔进去。我干嘛扔衣服呀？您琢磨呀啊，衣服扔进去，你再关门，我只能光着，后道都给他堵死了，不留余地。真聪明，到屋接着横。哎呦，倒茶去，喝完了睡觉醒酒，你瞧瞧，第二天酒也醒了，觉也醒了，什么事没有，烟消云散。好，他爸支这招高兴，嗯，下班喝酒去，又喝，晃晃悠悠，什么招都忘了，就这招没忘。您说这个，他真救命了，多新鲜呀！迷迷糊糊一揉眼睛，嗯，哎，这是我们家那门啊，这就到了，来吧，来，咣咣砸门，砸门，当当踹门，踹，不开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脱呀，脱呀，脱呀，脱呀！我教他爸的是脱上身。八龙呢？全脱了，都脱了，站在门口唰，好，穿多少件儿啊？行了，行了，四十来件儿，哎，不嫌四十来件儿，给这衣服攒成一个球。哎呦，各位您还别说，嗯，这门还真开了。哦，开了，往里扔吧，扔，燕儿，我走你。好，刚一扔进去，嗯，这门又关上了。哎。怎么又关上了？里边有个女的说话，说什么呀？下一站西单。哎哎，我去你的！下面，请您欣赏《行走的荷尔蒙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哎呦，送花的来了啊，要验证码吗？不要，把这花搁着挡着头一排，是吧？那往后挪一下，挪开一点啊。嗯嗯，现在看得见吗？还看得见啊？嗨，就为看不见是吗？谢谢吧，嗯，好久没看见各位了啊。是，谢谢你们等我啊啊，又能说相声了，多好啊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得嘞，谢谢。哎，
您就搁这儿，一会儿我统一拿走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您把音箱扛走吧。嗨，拿人东西送礼，这个一晃啊，耽误了有一两年，没看见各位，没演出啊。这回行了，是高高兴兴的说相声，您就恢复了。您各位快快乐乐的听相声，多好。我们也干不了别的。是啊，这我打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学相声。你看，干了好几十年这个做科嘛啊！我算是七岁就，您是哪年打小？我12岁。你看他12岁出马，对啊，我出马像话吗？叫什么？那他杀敌去了，我这不是那词儿叫什么？那叫出道，出道。对，他11号，12，他12出事儿，怎么着出事儿了？我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？出道啊！出庙，12岁出庙。我说你说不对了，说不对，就12岁干这个，对，学这个了。这一晃多少年了？是，我们俩这个交情很独特，是吧？因为我师父跟他师父那会儿说相声就是一对儿，哎，就是搭档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他师父是吐鲁番，哎，吐鲁番。一说侯耀文、吐鲁番，这大伙儿都知新疆去了。您这个，可是您师父怎么？我就石富宽。啊，折口倒是对，您这，石鲁番，嗨，石富宽，石富宽，您这时候别挺好啊，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。对了啊，老哥俩一块说相声，是到我们小哥俩也一块说相声啊，就是父一辈子一辈。我听了一消息啊，说您单飞了，那都是他们传，哪有单飞呀？这个。前些日子啊，于老师拍戏去了，对，结果我们那几场演出于老师没参加。是，我一上网一瞧，人好多人都说于老师已经单飞了，啊，他们瞎传。嗯，我就劝自个儿千万可别说话。您要说话，你看，于老师啊单飞了，这开始来一回。是，我要一解释，人家啊，郭德纲昨天说什么什么，又一回。过两天你参加演出了，人家哎，于老师出来了，一个故事能吃我3顿。所以我不能搭茬啊，让他们吵这个。于老师不是那个单飞的人，哎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，不是，您就别说这个了。因为我们哥俩这个，我们两家好的都不能再好了。是是，我们两家这是一家人，几乎算是对吧？嗯，我们哥俩合作得有25、26年了，得有吧？差不多。25年，嗯，我认识嫂子也26年，等于是，是吧？你说比我还早一年呢，您这个就说咱们这个交情，这骨肉一样，啊，咱们是一家子。我说相声台上站着谦儿哥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啊，这搭档吗？每一句话不会掉在地上啊，都能接上。哎，就好比说，夸我有一盘子，啊，我往哪儿扔，他都能过去。也别扔太远。没有这么打比方的，您这就是这好哥们儿好成这样，是吧？其实最让我敬佩的是谦儿哥的人性，哦，我人品好，合作好几十年了，没翻过脸，啊，我们没红过脸，看没有说还这吵架闹什么，从来没有过啊，不拌嘴。你们是不了解他，为什么说谦儿哥有时候一说还出去喝酒去了，一天赶8个饭局，嗯，就是因为人家这个人缘在这儿，都是朋友吗？没见过这么好脾气的人。是吧？真的啊，我就亲眼看见过啊，在德云社小剧场演完了，晚上11、12点了，嗯，陆陆续续往外走。哦，于老打我们那后边小胡同那儿，嗯，下来一走，对过来4、5个大高个，哟，走了谦儿跟前儿，啊，就怎么打上了，给一大嘴巴，咣，还一拳，啪，一脚，啪，还打，摁住脑袋，呸，干嘛这是？怎么那么恨我呀？这个打了40分钟。哎呦，最后这帮人给于老师搀起来。哦，哎，于老，那你是搀起来，已经起不来了。哎，为首的这大个儿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有摄像机，做节目呢。哦，你看于老，做节目呢，没事儿。我也太浪了吧！我这个做节目就愣在打40分钟，我就不愿意。不是。品性好，我这有点过分了。我这个善良，善良啊，嗯，这回又跟谦儿哥站在一块儿了。我这种高兴是你们体会不到，都一样高兴。真的啊，我
我发誓，怎么着？我立一个 flag。您这怎么了 ？flag， 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呀，啊、来 ，flag 你不懂啊？啊，您解释解释。我也不懂。嗨，不懂您瞎说什么呀？就好像类似启示吧，是这意思啊？啊，我看人过生日经常点上蜡烛啊，提个誓吧。这没听说过，这许个愿吧，人那起个誓干嘛呀？哦，我以为就是闭上眼起誓啊。许愿，许个愿啊！您先说这 flag 是什么玩意儿 ？flag 也是立一个标杆啊。flag 就是，我看 flag 国内哪个省方言好像都有这个啊？怎么呢？是吧？北京人 flag 啊。哎，我看岳云鹏也说啊，我立一个 flag。哎，嗯，这外国人来都听不懂。反正就是又不要起个誓了。您就说您要干嘛吧？给自个儿立一个标杆。什么标杆？就是这次跟于老师又能在一起说相声了。是，春暖花开，万事如意。嗯，这次我在台上，我决定我嗯，再也不提于老师的家人了。哎呦妈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这心里痛快。不该说的不说了，这就对了。不该提的不提了，那好。不该去的地儿不去了，早就应该。谁再去谁是小狗。这是 flag 了，你瞧好不好？哎，我不会再提你父母了。哦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了。啊，您错误。因为在这个舞台上，您的父亲出现的次数太多了。那倒也是，他也不怨我，关键是你说说谁呀、啊？哦，说别人人家不得弄死我是吧？就剩我了啊！你就只能说自己人、啊，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不行吗？这就很难。要不以后就每次演出之前，观众们你们自个儿说啊，我说我爸爸吧，哎呵，然后你上我这来立个 flag， 哎，我给你来蛋糕，你起个誓，保证不翻脸，我就说你。别提这个了。也确实有相声界的前辈指责过我，说过您吗？你干嘛老得提于谦的爸爸呀？哦，有中国相声150年了、嗯，你听着还有谁提过于谦的爸爸？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？他们这谁捧哏提谁爸爸去啊？哎，人家不是不懂，人家就希望我好啊、哦，劝过您，但是他们是不了解。啊、我上于家去，其实。我们好着呢，是我们两家很好。人家家里边那个他老爷子，他母亲，人家没拿这个当回事儿，他不往心里头去。去老爷子还问了，你是又提我了吗？哎，也没有这么欠的，还问什么？还问有新作品吗？我又叫什么名字了？没听说过。我又换新的工作了吗？别打听了。嗯，那个老爷子，我说句实话，我看见他父亲跟看我亲爹没有区别，就是好奇心有点强啊。嗯。那他们老太太也是，就跟我亲妈一样，是吧？老太太哪儿都好，我每回就是，嗯，有时候他们弄点什么是对身体有好处了，什么补品，我就告诉我给老娘拿去。哦，老太太有点贫血，老惦记着啊，别的没有，老太太太可爱，是吧？贫血，我得吃点补血的。嗯，没事就吃枣，枣补血呀、啊。血哎，嗯，血豆腐，啊，这都是啊，红果，啊，哎，吃红果。对对对，那个什么红瓤的那个白薯，啊，这红色据说都补血，哎、火龙果。啊、哦，那也补血。哎，啊，供关二爷啊，供关二爷，反正这沾红就算呗，是吧？啊，他太迷信了，这就这么个可爱的老太太。哦，他爸爸更可爱，是吗？我是不能说呀。您还少说了，您刚还腐赖个呢，您这腐赖个啊！你们要上家去，你看他爸爸第一眼，啊，你就会爱上这个老爷子。其实这刚开始，真的。哪回我带你们去一趟啊？一进门你准乐，能瞧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个老爷子，其实老头挺有身份，是吧？但是在家里边平易近人。那家里边那可不是。你说这老头在家，他就穿个小吊带儿啊？没听说过，老头穿一小吊带儿啊？你这个人呢，我觉得你有点龌龊了。你我很多时候不是我的事儿，都是对方的问题。是，你怎么老头就穿小吊带儿？我也穿过呀。你也穿过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好多老爷们儿跟家，咱都穿一吊带儿，怎么的了？哪儿就吊？就那个白色的啊，这两边有带儿，弄下来。我给你普及一下啊。好的，这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不叫吊带儿，不叫吊带儿。对了，跨栏吊带儿，都跨栏了，就别吊带儿了，你不重要。跨栏背心儿，跨栏背心，对，就是你看，哎呦啊，普天下多少个可爱的老爷子，就摆在一块儿，一定有他父亲那样的。哦，平易近人，
是吗？啊，我上家去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桌子上放这么一大摞什么日记，写日记，能写日记并且坚持写日记的人都是了不起的，啊，恒心呐。啊，嗯，我说您，咱哪天开始写的啊？87年，哟，好家伙，啊，能看看吗？嗯，戴手套，干嘛还戴手套啊？戴着手套才能摸他的日记本啊，就讲究。戴着手套拿他的本，嗯。1987年，嗯，3月2号，哦，今天开始我要写日记，好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是，真好，嗯。2004年，我释放了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我好家伙，这关进去了，这个，就说当这儿就停了这么一段时间。干嘛一段时间呢？不写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不写，是因为工作繁忙，是。都进去了还有什么，哎，你瞎说瞎，你看好多话都是你们自己人说出来的。这倒赖我们了。他怎么他父亲有身份啊，银行行长。是以前做这个工作啊？一直他爸爸儿童银行行长。儿童银行行长。对，有这银行是吗？儿童银行行长。哦，每天哎呀上班的时候老爷子那很认真的，各个部门都认真一点。哦，他还教育也不要偷懒。是，现在咱们开始演习了。怎么演什么习？银行啊啊！万一有歹徒进来抢银行呢？谁抢儿童银行啊？你看，就说这意思来啊！开始要演习。哦，如果进来人，咱们要先卧倒，好吧？那是。赵姐来啊，躺我这儿来。不，嗯，孙姐躺这儿。啊，刘姐过来，就行了。啊，躺这儿。蹦什么呀你？躺这儿，我躺你们旁边。你起来吧。这是演习呢吗？这个早晨8点上班，躺到下午5点半。好，上这儿补觉来了。啊，了不起的老爷子！哎，老流氓吗？这不是？我要去举报你。哎，好，他倒举报我了。哎，我学会这招了。嗯啊，正是因为有这样出色的家庭，是这样了不起的父母，啊，才会轰了，生了这，疯了，生了才会生了这样的好孩子。哦，就是我。在我眼中于老师没有毛病。哎呦呵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还得往回收的那些话。我突然想起来了啊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凡人。您就够凡人呐，你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人无完人，这倒对。于老师基本上没有缺点，但是有一个特点我得说说。那您说没关系。我能说吗？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同这么些人，这还特点怕什么啊？你看我还没说呢，啊，有人报告去了。嗯，啊，嗨，不至于。于老师啊，有一个小小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洁癖。嗨，这个不算毛病啊。嗯，就是，我不知您哪位了解这个啊？洁癖就是洁，清洁的清。嗯，癖什么？癖好的好。没听说过。俩字儿一个也不对。洁癖啊，嗯，洁癖，清洁的洁，就是过分的爱干净，那就是爱干净嘛。对着后台，嗯，演出之前吃点饭吧，是，也没什么正经，甭管是盒饭的，弄个面条啊，吃吧，吃吧。于老师啊，嗯，只要是拿起筷子一吃饭，是，我就得赶紧告诉周边的人，啊，都躲开那儿，躲开那儿，别过去，好干净，过来人都不成。你往跟前来，他就翻脸了，就急了，就。过分的干净，哦啊，怕人脏。你有的时候我不在，嗯，就有那个孩子呢，不知道轻重啊。于老师端着碗啊，正吃呢，是他过来了，嗯，您吃的什么呀？问一问吗？在别处这个不叫事儿，是看一眼，您吃的什么呀？看看吗？他翻脸了，我呢？啪！干嘛呀？这是把这饭就扔地上了，不吃了，孩子就傻了。哎呦，我就得赶紧走，赶紧轰走！再告诉你，去，别来人，都轰开了。是，谦儿哥自个儿，嗯，还运气，断了，啊，不依不饶，嗯，我趴地下吃去，我这叫洁癖呀，我吃地下那个，好干净，这不是好干净，这就是跟狗抢食呢，这是。早晨一睁眼啊，于老师自个儿得忙活3钟头。我都忙活什么呀？这一睁眼啊，起床之后啊，于老师啊，嗯，先弄头皮屑。有头皮屑。哎呀，要是有一点儿，这一天就难受死。哦，必须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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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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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洗一洗好不好啊？打抹干净，前后照镜子，哦，没有，没有头皮屑，这算踏实，行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揉这眼屎，咔，啊，哎呦一个，哎呀，小煤砖了都，哎呀，掏耳朵，啊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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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忙活这么半天呀，有一把水就都过来了，咔咔，嗯，掏完了，哎，听见了，嚯，掏通了。他听见嘞，我以前听不见，合着哦，行，挤着黑头啊，哎呦，本儿本儿本儿，哎呀，挤黑头，嗯，照镜子一看，鼻须太长了，毛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呵，哎呀呵，这、哎、我这洁癖是打今儿刚开始的，是吗？我昨儿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刷牙，啊、哦，这是正常，刷40分钟。好家伙，刷40分钟啊！刷完了，拿镜子照着，嗯 ，K 这牙结石、啊。我要天天这么刷，哪有牙结石啊？搓脖子后边这村儿，哎呦，咔！哎呀，咔！这3小时完不了啊！这个胸口这有3粉刺，干嘛呀、啊？滋！好家伙，挤一个哦，滋！又挤一个。这个不能挤，为什么？这还没熟呢，没长白头呢。哎，拿笔写上。嗯，我等你哟。嗨，你跟他拿什么约会啊？跟着找一根牙签来啊，拿牙签嗯，踢指甲缝里的泥。哎，挨个踢，踢干净。嗯嗯，一边干净。哟，怎么？左手有一个猴子。哦，得 K 吃会儿啊。哎。哟，右手有一扁平疣，那怎么办呢？拿小剪子咔哧咔哧咔哧。你有剪子剪鼻毛多好啊！你这都用不对地方，你这拿粉擦嘎子窝。哎呀，擦嘎子窝。嗯，哎呀，我是住在沙漠里头了，就没水是怎么着 ？K 肚脐眼儿，全毛病。肚脐眼儿给干净了、嗯，坐这儿算日子。嗯，哟，怎么3月了？怎么了？该换裤衩了。呵，哎呦，3月一换呐，换上裤衩就觉得神清气爽。啊、那是，嗯嗯，搓这磕膝盖上这泥儿，啊，磕膝盖都有泥儿，搓。哟，怎么这腿上前两天有一口子？哦，这两天长好扣杆了，啊，接嘎巴了，这也得弄下去。呵。哎呀，什么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罪受？高兴，嗯，拿小锉锉脚后跟。哎呀，哎，锉圆圆的，嗯，给灰指甲上药，给灰指甲抹药。嚯、哦，抹完了自个儿坐着想，还有什么？裤衩都换了，袜子是不是也可以换？这还想什么呀？直接换不就完了吗？换袜子啊，脱下来的袜子、裤衩叠好，对，放衣柜里头。我。不洗呀、啊，这3月了。3月之后就没味儿了。好，这自然风干。这哎，端起杯来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喝点水。哎，嗯，有问题。怎么办？我明明喝了足光散，为什么脚还有味儿呢？嗯，那玩意儿是喝的吗？那个，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。我这。怎么个性格呀？这叫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点点洁癖。我这叫洁癖呀、啊。平时出去啊，你看他们出去吃饭啊，干嘛去？啊、我老劝他们，我说你们别带着去。怎么带他吃饭？他也受罪，你们也受罪。我怎么受罪了？真的啊，我你看我吃饭，我从来不叫他，是吧？他吃那玩意儿也隔色。我你看他吃披萨，他吃那边儿，哦，那面多；吃包子吃那皮儿，啊。啊，你吃烧麦吃上面这花儿，哇、哦！吃面条得吃粘在一块儿那面疙瘩，煮完再吃那个。我吃俩馒头好不好啊？吃饺子得煮完之后搁2天，上锅再腾腾3回都烂了，吃那个。我这什么口味啊？啊，就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，各色。但是有时候有个什么群体活动要不叫他，我还受不得。啊，就落下我不行，我就哎呀，哥俩好吗？是是是。那回就是吃农家菜。哦，我心说农家菜我得带着他呀。是，你要说北京城里边吃个川菜、粤菜什么的，这个
不叫事儿，很容易。农大菜还好一点，是新鲜，嗯啊，有点什么拌个野菜呀、啊，新鲜的东西啊，尝个鲜儿的，我就必须带他去，嗯嗯，带他去。其实我挺后悔的，怎么了？他事儿多呀，洁癖啊。好，打进门就问，嗯，筷子干净吗？哦，这得挑一挑。人家农家菜老板啊，您放心放心啊，有矿泉水。哦，碗干净吗？那也得看呀、啊，有矿泉水啊，是。盘子干净吗？问的，哎，有矿泉水，您放心啊。行，这才吃。哦，吃完了，站人院里边，嗯，人农家菜嘛，人家小狗跑过来了，围着转啊，最喜欢小动物，我喜欢这。哎呀，跟小狗玩，嗯，小狗也跟他玩，咬他的裤腿儿。那是农家菜的老板出来喊那狗，是是，矿泉水过来、啊，矿泉水，这狗叫矿泉水啊，那干净都是他舔的，是怎么着？十分钟之后，于老就反省过来了。十分钟，狗叫矿泉水啊！刚才盘子是你舔的吗？我问他有什么用啊？急了啊，趴下了，哦，咬那狗去。我跟狗打起来了。好家伙，狗也咬他，他也咬狗。哦，到最后狗都撒嘴了，他还不撒嘴。啊，我不服啊，那错不了啊！凭什么不撒嘴呀、啊、我？农家菜老板过来赖半天呢，啊，才把狗给救出来啊、哎！好嘛，把狗死我手里了啊！起来之后，于老师真急了，是吗？觉着不舒服，哪儿不舒服？这个玩意儿，这你说这条件反射吧？啊，他马上觉得那东西脏。我觉得什么东西脏啊？刚才盘子、碗、筷子，狗舔着啊，这一难受一较劲，坏了，肚子疼，啊，闹肚子了。嘿，嗯，厕所在哪里？哦，这要去厕所。你说老板，你看那儿就是啊、哦。哦，哎呀，赶紧难受了，推门进去了。嗯，进去先看干净不干净，这也得看。哎呀，这门把上有土。哎，掏湿纸巾给人擦门把。啊，这跟门把没什么关系。哟，这不就窗台也脏啊？我跟嗨，我上厕所看窗台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是啊，赶紧吧。这边还有个窗户。哎呦呵，好的。都擦干干净净的了，看不得这个，这才拉这厕所这隔断。哦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马桶坐便，坐便不行，怎么呢？脏。哦，他习惯是蹲便。哦，哪儿都不沾，掏湿纸巾先给人擦马桶。我不上，我擦什么呀？我这干净看着就难受啊！哎，洁癖啊！哎呀，受这个罪。哎呀，嗯，擦干净，嗯，出来啊，拉开旁边这门。哦。马桶，哎，我呢，拿湿纸巾，我就是给人擦厕所去了。我，哎呀，啊，不行，肚子受不了，这赶紧吧，拉开这个，这个，蹲便，赶紧上，高兴 啊，赶紧进来啊。嗯，这个有一特点，什么？它这里边啊，有那拉手门把啊，但是没有插销，这也不成吗？不行啊，啊，先掏湿纸巾擦这门把。哦，哎，把门把擦干干净净的，嗯，解裤子蹲好了，是，吊着这门把，我怕人拉门进来，哎，就怕别人拉门，那是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嗯，人这老板来了，哦，啊，哎，开不开？一活汗，嗯，活，哎呦，这个怎么着？哎，于老师呢？啊，我在门上挂着呢，你这儿说吧，我这使这么大劲，他使这么大劲拽，可不是给我拽出来了吗？于老在门上啊，嘿好，我还不光拽着，我还盘着呢，跟这儿。哟、呦，啊，于老师啊，忘跟您说了，怎么着？这厕所是收费的。哎啊，一块钱一次。哦，于老气坏了。那可不嘛，打门上下来。嗯、痴心妄想，干嘛呀？你要早说，嗯，十块一百块也行。对你。我就别跟人讲价了。你现在说你就叫欺负人的。哎呦，我不是舍不得给你一块钱啊！你们这种做生意，你啊，嗯，哎，找地方坐下来说吧。老板很尴尬，是吗？于老师慢走。哎，这。这轰出去了，您垫着点脚干嘛呀、啊？要不我们还得擦地。嗯、哎呦呵哈，太恶心了！您这打这儿出来，气坏了、嗯、啊！再也不来了，那还来什么呀？你等我再来再说。哎呦，要上车，
我可把他拦住了。干嘛？你不能上车了。我不让上。你会连累我们的啊！凭什么不让我上车？就是啊，咱们是一块来了，就得一块回去。没错。三说五说，这个地方就是郭德纲的不对。哟，您怎么了？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。哦，呛呛了。不是你，哎，还姓于的，这干嘛呀？打上了，给谦哥来一嘴巴。哎呦，上车，关门，走。您自己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哎呦，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一大污点。您这动手就不对，真的，这是到现在说我都觉得我脸都发烫，真的不好意思了吧？我们走那会儿是下午5:20，是吗？到家9:30嘛。我，您开车走好几个小时，对。那我呢？你就走着走。我走着回去，因为我们吃饭地儿是在河北省。哎呦，河北省啊！啊，回家之后，我自个儿坐那儿想，我说这事儿我办的不对，是吗？老话说的太好了，怎么说？冲动是蘑菇，是蘑菇，是什么？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。我怎么这样呢？是不是？不应该、啊。哎呦，我得上他们家道歉去。哦，我得上谦哥家道歉去。啊，想起道歉。一看表，好家伙，这会儿已经夜里11:00了。哦。那我也得去啊，是吗？上于谦家去。嗯，当当当一敲门，是嫂子在家了。哦，哎，我呢？你在道上了？我还没走回来呢，我开车开4个钟头。啊，我还道上呢。你正往家正溜达呢啊！我还不着急，我上家道歉去。是，哎，嫂子看着我了。啊。不说不来吗？谁来谁是狗，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嫂嫂，什么这哪儿的称呼？哎，嫂子是不是嫂子？嫂子咋做什么意义啊？你这礼貌吗？啊，嫂嫂，嗯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这怎么称呼？这是我就看电视剧，你不用按照电视剧那个。谦哥在家吗？哎，就直接问，不是你给弄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来道歉来了。哦，进来吧，道歉吧。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什么？怎么哪儿就不重要啊？就说我上道歉，说我这心里话。嗯，这会儿谦哥正从河北省往北京走呢。你把我扔那儿了吗？万幸呢，就是在河北省吃饭的地儿正挨着永定河。哦，我还能沿着河走，他认道是顺着永定河就能回北京。是。就这一道打车也不可能，没人让他上车呀，多脏啊！啊，走走走，啊，终于走到大兴，啊，大兴进了北京界。嗯，于老师想，是我应该在河边把裤子洗了，我就能打车了。我在河北走这么半天不洗，一进北京我想起洗裤子了。家乡的水呀、啊，对，那也是这儿流过去的啊。嗯，洗吧，啊，该洗，洗完之后回家。哦，一进门呢，哎，嫂子刚给准备了早点，啊，走一宿啊，啊，啊，坐着吧，啊，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是啊，还行还行，嗯，吃着喝着啊，突然间谦哥想起来了，是这个事儿是我的不对，谁的不对？哎，列位看见了吗？啊，谦哥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对，我是怎么分析自己的这个？郭德纲打我，我要是一躲开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你瞧我这个人还是好啊！我对不起朋友啊！我啊，我对不起我哥们儿，我没躲，我要去道歉，我要找你道歉。列位，就这句话值金子，是吗？人家挨打了，人家要来道歉，值金子呀！我要学一学古人负荆请罪。我哎，战国时候齐国负荆请罪，齐楚燕韩赵魏秦是赵国。廉颇、蔺相如、将相和，哎，就是这么个故事。就是老将军廉颇要讲自己啊，背上背一个荆条，对，去道歉。是我得学他，我得负荆请罪、啊。吃完了早点了，谦哥准备去负荆请罪了，不闲着。哎，就穿一裤衩负荆请罪。负荆请罪得光着膀子背着荆条让人打呀。是啊。哎，所以说没有荆条，我出门找荆条去。现找荆条。现找荆条。哇、哦！穿一裤衩，于老师就上街了。那我干嘛？我裤子都不穿了。你看，虔诚，列位啊，12月的北京是多凉啊！冬天呐啊！我穿一裤衩，出来啊啊！这一出来啊，直哆嗦。那是哆嗦啊！哎呀，是，
兢兢兢兢战，战战战战兢，兢兢战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的刨冰，恰好四两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，又好比数九寒天降大雪，西北风刮，身穿单衣，我这周身上下是怎么那么样的冷？谢谢老铁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我就别直播了。冷，我这还带着直播呢，我这个光着膀子，一条小裤衩啊，我要去找荆条，没有还想着呢，没有荆条怎么能背在身上负荆请罪？是啊，荆条啊，就是编筐的那个玩意儿，就是荆条吗？编篱笆那个，是那个荆条，对，那个一般春天秋天好找，是到冬天其实不多找，没有了啊，没有找，哎呀，别哆嗦，嗯，对面来一大姐，哦。哟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我还认识我。你好，我是相声演员于谦。我就别自我介绍了，你我师父是石富宽，嗨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行，别客气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光着膀子？你干嘛去？啊，我要找荆条。哦，我你找什么也不能这样。哎呦，我也没带着富裕的衣服。你的衣服我也穿不了啊。啊啊，那大姐真是好心眼儿。是吗？打开包。这个给你吧，糖糖寒。什么玩意儿？丝袜。哎，这玩意儿能糖寒吗？这个于老真听话啊，哆里哆嗦套到脑袋上了。我丝袜套脑袋上了，这就好多了啊，暖和一点是一点啊、最起码熟人看见不知道是我。哎呀哈，对，丢人现眼，别丢的云似的。大姐，哪有那个荆条啊？大姐说，我哪知道啊？您上前面高台阶那儿有几个保安，您问问吧。哦。于老师来上高台阶，嗯，几个保安就过来了。是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干嘛？我要荆条。嗯，这几个保安就愣了。啊，还有金条？啊，金条在库里边呢。我谁让你来的？大姐，您说清楚了。说不清楚了啊！他想说大姐哦，保安听成打劫了。哎呀，打劫！金条对上了，什么叫对？打他！哎呦，几个保安叮咣叮咣，这种打嗯，打完踩在地上，请行长。哦，这行长正在地上躺着呢。赵姐，你往那边挪一挪，我就别挪。孙姐，快来呀！行了。哎呀。我跑步我爸银行那儿去了是吗？给行长拽起来哦，行长才来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来打劫的了啊，不是要金条、啊、哎哟，嗯，儿子啊，认出来了，儿子这才扶起来啊，一问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老头说，嗨呀，你咋费那个劲，那个谁保安小赵啊，把你那胶皮棍给他一个就得了啊，拿胶皮棍棍儿啊，对，拿这不一样吗？让人着了，打你两下出出气啊！啊，快去吧！哎，赵姐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拿我这对付呢。于老师出来了，嗯，出来拎着胶皮棍儿，嗯啊，上哪儿找郭德纲去？啊，这回找你了啊！嗯，问问吧。嗯，他待这地儿正是北京使馆区。我到使馆区，北京城三个使馆区是第四个正在建哦。这三个使馆区大概10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是。于老师。挨家的问，敲门，嗯，讲我是谁，我要干嘛，嗯，就我这丢人事儿，这回连外国人都知道了，是，全世界几乎都传差不多了，啊，影像都过去了，那是、嗯，最后这家嗯，出了一个送菜的车，哦，于老师认识我，我是您的粉丝，哇、哦，您上车吧，啊，这您这怎么了？上车啊，人这车是往怀柔拉菜的，啊，哦，在车上拉，您干嘛？我找郭德纲哦，哦，那您有目的没？没有，哪儿人多，你给我拉哪儿去？哦哦，那合适，我上怀柔赶集买菜去。哦，大集上啊，大集人多啊，走吧，嗯，拉到怀柔那集是北京紧北边啊，哎，墙那边就是河北省肃宁县啊，我又回去了，我又、啊、一下车到这大集，于老师可乐了啊，哦，这儿人多，太好看了啊。西红柿1块钱一斤的，我还是便宜。哦呦，这搪瓷盆2块。哎呵，就别说价了。哎呦，这还有笤帚呢。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笤帚。我浪不浪啊？我大冬天穿一裤衩跟人砍这笤帚价去，每个摊儿都转了一遍。哇，大伙儿说没看见郭德纲？是我赶集去了也啊。有人说您不应该来北边的集，
为什么？您应该上南边的籍。南边怎么了？南边离着天津近。哦，郭德纲是天津人呢。那倒对，保不齐他回天津了。说的有理。谦儿哥乐了。嗯，拎这胶皮棍儿，哦，由打怀柔奔大兴。你瞧我这形象，横穿北京城，阅尽人世间的繁华。走里头，人净看我这繁华了。那是，那是。简短结说。哦，一路无书。嗯，这一路书多了，您这您就到了北京锦南头大兴。哦，到大兴了。那个集市在榆筏。啊，那儿有个集，榆筏就挨着永定河那河边儿。哟，我刚打这儿洗的裤子呀。于老师乐了啊，永定河，我认道儿，感觉太开心了。我认识了，正开心呢。嗯，这边来了好几百人。嗯，马拉松跑步的啊，有运动。哟，好几百人就把于老师裹在队伍里边了。是啊，一块跑吧。哟，跑到一块显出来这个服装一点都不违和。怎么呢？都是背心裤衩。我没背心儿，我就一裤衩啊。但是您还有胶皮棍呢，那干嘛用啊？哎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嗨、哎，往前看脚底下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前面有树啊，往右拐啊。哎，对，我给指道呢，我认识。太开心了，嗯，跑吧，啊，跑来跑去三个小时就不叫事儿了，这热暖和了。一边跑心里边难受啊，啊，怨谁？怨谁？就怨农家菜那老板。怎么怨他了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这两天闹这么一踢吗？那倒是。有朝一日让我瞧见你，我得跟你没完。那倒是。正跑着呢，一看，哟嚯，怎么样？前边就是那农家菜，我又回来了。走进跟前瞧，墙上贴张纸，写的什么呀？一看这个纸，把于老师气坏了。怎么写的呀？打今儿起，厕所不要钱了。我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论捧逗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哎，谢谢谢谢太子。太子好，您可别瞎说啊，您这啊害怕。哎呦，谢谢。行了行了，好了行了行 了, 行 了, 行了，谁太子妃啊？啊，您别瞎说，谢谢各位啊。哎，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。太长了啊。而且我们哥俩说实话都好久没有在一块合作了。得有那么半天了。得半天啊？上午还对活来的吗？哎，那可不止。嗯，上回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也是在这个剧场。啊，什么时候？两年前。哎呦，特别的有意义。嗯，就说今天这场演出是时隔两年又站在一块儿了，你看看。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意义呢？什么呀？是这个郭麒麟告别相声舞台，一个纪念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都不知道吧？今天向大家宣布啊，马上我就告别这个舞台了。因为观众也不惊讶。哎，确实。哎，哎，怎么是这个反应呢？是好像我好像早就告别了一样，是不是？观众感觉你早就告别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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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前没有正式告别。哦，我还抱有这么一丝残念。还有点残念，还希望他能那个保留在这个舞台上啊。但是最近把我摧毁了。为什么呀？真的啊，不为别人啊。啊，血泪控诉，都有血泪了都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控诉德云社。你干嘛呀你啊？控诉德云社，绝对的。哦，你要继位是怎么着？我，那不应该告别。你要控诉了你啊？我要控诉。怎么控诉？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舞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？一直让一个傻子跟我在一块说相声，真的，我忍了11年了，我到今年实在忍不住了。不是您等会儿，您说谁呢？你看他这话都听不明白，你说他是不是傻子？是谁是傻子呀？什么？你说谁？咱俩在一块合作？你不说相声，因为我是傻子。对呀，你看这理由多有说服力啊！那你早怎么不跟观众说呢？我早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以为你能救好了呀。我以为能把你治好，没想到没救没有。谁呀？你怎么了？你老不演出，回来就这么说啊？你看，因为看见外边的世界，看了好多聪明人啊。我再这么一想，为什么之前说相声总是得不到成功啊？嗯，就因为跟你在一块合作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说实话啊，咱啊，这个事儿归事儿啊。嗯，虽然说咱俩不合作，咱俩还是好朋友。嗯，交情应该该怎么练还怎么练。哦，还有这行人呢？哎，多废话呢，毕竟我们俩是发小。您各我呀，啊，对啊，咱俩是发小。您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俩其实上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。
我得蹲多少班呢？我跟您是同班同学啊，知道吗？不，真是小时候总在一块玩嘛。啊，您说那个相声补习班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会儿我们在胡同里，就我们俩一块玩孩子王。哦，我孩子王。我们俩正经是那个光着屁股跑到大的。对，这都不是开玩笑。我们俩小的时候真就光着屁股在胡同里跑。小孩嘛。那年我六岁，他21。我是流氓啊！我是什么？21岁还光着屁股跑，可能上永定河那洗裤子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打那年我就劣迹了，我跟你啊，对，你就这搭着那会儿照相功能差，你知道吧、嗯？那会儿我们就在一块玩，哦、就一块玩啊，撒尿和泥的交情嘛，好嘛，我撒尿他和泥，对，是吧？脏不脏啊？嘿，自己跟那做陶艺手工啊，不是好，特别巧，嗯，所以说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关系啊，关系还是很好的，只不过呢，就是我哥哥稍微他。在这方面他欠缺一点，对，我21光着屁股嘛，那肯定不正常，稍微欠缺一点、啊、因为那会儿我们刚分班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哦，相声班，哎、哦、那会儿是谁啊，这个高峰老师是我们班班主任，嗯，你知道吗，一进班我当然小的时候就比较出众了，你看看现在也是啊，那个时候啊就是一进班我一看，我说高老师，老师好，高老师别提多爱了，没有那老师不爱那聪明孩子，哎呀这孩子这太好了啊，我认你当我干爹，嗨，这孩子，这高峰舔都不知道怎么舔了，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舔？什么叫？至于不至于见着领导子女就这样了吗？你，是因为这个吗？好吧，啊，反正就夸我，就喜欢我，认你当干爹。哎，这杨子祥跟我后边进来，也跟这儿拎着书包进来，高老师好，哪儿一干？你对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脸冲那边，别看我，对，别看。吐了，不是高峰看我一眼怀孕了是怎么着呢？干嘛呀？吐什么呀？谁让你老光着屁股满街跑了？你这别听说，多可气呢！不是至于吗？我们这样，你小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呀，都有证据。您不信上他们家翻去啊！我小时候那卷子咱拿出来，门门都100分。就是您啊，多废话呢！好，咱考什么都100分。嗯，杨子祥是拿，咱都不好意思拿。我也不错呀，拿着一看，55，14。0.6，没及格过，-97。你来，我怎么还该人97分的？你说你拿这成绩，你回家你爸能高兴吗？哦，我们天天兴高采烈，拿着卷子回家，爸爸考了100分，多高兴啊！他这回家他敢说吗？不敢说。但是这人有那个斜脑瓜子，哎，有邪性的啊，自己买了一根那个老师判卷的那红笔，哦，回来自己改成绩。好嘛，哎，你看哪一项，比如33。你把这边补全了，改一88，哎，你看多好呢，是吧？考一0分，前面加一10，100。考一个-97，画两道竖线，取绝对值。嘿，哎呦，你倒不像退学的，你这知道吗？还知道绝对值呢？我退学的时候离绝对值这个知识非常近，你知道吗？您就查，哎，什么时候教绝对值，他什么时候退的学。我踹死你啊！就比较近而已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小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太好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脑子不，而且不是，咱都不这么说，观众还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俩往台上一站，一个逗哏，一个捧哏，就是谁不知道那逗哏的是聪明人啊？不是谁给分的呀？这工作需要。有什么工作需要？这脑子需要。你看我们天天跟这儿汤汤汤汤。有什么报菜名，有什么八人瓶，有地理图，汤汤汤汤，我们跟这成本大，他好几百去跟这背，他什么呀？捧哏有什么词啊？我们词儿也有啊。啊，是。哦，你是我爸爸。对，他，我就烦这句，他全是这种语言，这很低俗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低俗都低俗我们这儿了是吧？对对呀、啊，您甭胡说。哎，你师傅于谦那也是捧哏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是学相声，我扣他当师傅吧。我跟他学的是喝酒。对，你呀、啊，郭麒麟，你都忘了本了啊！我怎么忘本了？咱们学相声时候，师傅怎么说的？说3分逗7分捧啊！我承认，我绝对承认，3分逗，我们也就占10分之3。对呀、啊，他7分捧啊，1/7，万，你知道吧？剩下那些，你比如说这还占1/2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，你还不如一这个呢。那还占1/10000呢，是吧？对，都有他。你要这么说话，你可太损了。关键问题是，哥哥，你就逗不了谁？您没这脑子、啊。你别糊弄观众啊！不是你想，当初咱
当时是你说，我听当初我听咱一块儿小学的时候啊，咱是不是都学的是逗哏？学西语学啊学啊，这都跟你们家学。讲普通话，什么叫学啊？学相声？学习学相声，对，学的是不是都是逗哏？是啊是啊，对，你学逗哏啊，我学的捧哏。对啊，后来老师不是说了吗？啊，说让那个麒麟这孩子站在桌子外头吧，让他捧哏委屈他了啊，让贺翔那站在桌子里头去吧。他都跟委屈这桌子了，对，你看，我在台上还不如桌子呢，是吗？是，这道具也很重要，他跟这儿能站一晚上，你行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说你行，把你摁在这儿，你跟这儿接着，你站一宿，你不行吗？你呀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你说这咱俩往这一站，谁都知道谁重要吧？哪个观众不能知道咱俩谁更重要？主持人都知道报幕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我是一番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废话，主持人也挣你们家钱，那不这么说呢？你说没有用，那是侯先生的长子长孙。看咱这话说多提气，对不对？大男主你不行，你差劲，你懂吗？你呀，我看出来了，郭麒麟，这点你就是外边影视有点小名气，回来开始贬损说相声了。我可没有啊，我一直贬损你们，你知道吧？贬损你们还需要在外边有点名气？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要这样，我真跟你掰着掰着。咱掰着，可以掰着。你的意思，我逗不了哏，是不是？你逗你也就说说脱口秀，你知道吗？去你的吧！你也就别甭说了，哎，我都看你那节目了。你别甭说了，我都看你那节目了。什么？哎，你这么多年不演出啊？你上网搜去，我逗没逗过哏？2年前4月11号那福寿全晚上那个是不是我逗哏？哪观众啥是11号？不是12号？我记得，反正甭管哪天，就4月份。好好好，是不是我逗的哏？咱逗过呀。是是是，你别掰扯这个啊！你要说掰扯你逗没逗过哏，那咱不说了。你是逗过，你确实是逗。那就说明能逗哏，什么叫脑子不行呀？那你看观众不知道啊，我们俩在一块从12年合作到现在11年了。嗯，他确实中间老请假。为什么请假呀？他老说出去旅游去，你知道吗？熟悉他观众知道他自己爱骑那大摩托。你要天天跟着演出，我都出去旅游去吧。不是，我是为了充实自己。那我呢？相声演员不应该学扎马步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都得学。嗯，我说你这事儿，你提我干什么？你不是您说怎么了？您说啊。他骑摩托出去为了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真以为这么喜欢大自然？我采风去。嘿，对，还采风？你净喝风去了吧你？嗯，骑人大摩托，动不动老出国。嗯，什么目的？嗯，逗哏去了。对，我骑摩托跟骑马一样，我也得摩托神经，我也弄。对，你这你看没你他这在中国境内没人听他逗哏，你逗哏没机会。我到海外。他对对对，嗯，拓宽海外市场，像什么这个非洲啊。南美啊，哎，南极洲，我上南极逗哏去，给企鹅逗哏，我给企鹅逗哏，讲一讲冷笑话是吧？到那儿去，倒是为这个动物保护做出了贡献，因为他到非洲演出的时候，那个土著都不捕猎去了，知道吧？都跟那儿看他，看他高兴的时候，咱们观众知道乐鼓掌，土著不知道，就拿那吹剑冲着他，你这跟那儿，你那是吹我呀，那是啐我呀，这是喜欢你不知道怎么夸你了。你确实逗我哏，有那么一回。你就这么说我是吧？有影像资料。你的意思就是我笨，我就逗不了哏是吧？确实逗，就没人听是吧？确实。你要这么说，今儿当着北展的观众，我再逗一回，怎么样，各位？干嘛呀你这？回来又这么说我们呀？你别跟这煽动群众啊！我没，这是群众吗？这都是观众这是你这。您各位什么都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让他站桌子里头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人怯场。我干10多年了，我怯场，一直没板过来啊。底下只要超过5个观众，当时就尿裤。对，喂，站桌子里头方便呀，他在里头。您都不知道，我们其实这个桌子底下挖了一大坑，知道吧？坑里放了一水缸，他天天站这就开始尿。他出来，我您后边倒没什么，第一排您留神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游泳，知道吗？咱别这样。有在尿里游泳的吗？您别这，你这说这么恶心。不是您说这荒诞不荒诞？有这事吗？哪有桶？你别你多，不是您说这什么报复？这都是什么呀？笑话吗？你敢让我逗一个吗？让逗吧。干嘛呀？真是。行行，好好好，那这样，
我给大伙儿托付托付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这还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咱们一年了没在这儿演了，就是，是吧？好不容易头一场，咱不是碰头好吗？不得是？嗯，我给你托付托付，还给我托付托付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亲爱的观众，你看一说你要逗哏，你看你人都干嘛去？人都走了，你看，人是赶着我逗哏才进来的。还有这种品味的观众，你看这两位，这两位好，这是你的忠实观众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再托付托付啊。嗯，因为毕竟确实不知道，嗯、啊，我们后台确实也是没有跟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得到很好的沟通，今天给的这个镇定剂稍微不太够，稍微不太够。我抽着风呢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后台我们也发现他好像把那个链子咬断了，确实，我也觉得很可笑，对吧？所以没想到他突然是闯上来了，还非得逗哏，所以说呢，这样吧，大伙看我面子。一会儿呢，他站在这边逗哏，可乐咱也别乐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得亏我给你托付托付，就这么给我托付啊？来来来来来，逗哏吗？这不，你真是，我就不爱瞧这话筒，我是。逗哏啊，走，来吧，开始吧。今儿啊。我给您说段相声。哎，这个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哪四门呢？说学逗唱。没错，说不简单。有这么段话：说花二百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咯巴咯巴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滋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你先打这，不是谁逗哏啊？你逗？我逗哏，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不是，这不都换了吗？逗哏主说，你捧哏没那么多话。哎，你别说话了！不不不，讨厌，话筒多别扭，你知道吗？今儿我给您说一段相声。这个相声啊，讲究是说学逗唱。这说可就不简单，说个什么？你给我下。干嘛？你痔疮犯了是怎么着的？不是有好多喜欢我的观众，这跟这儿合影留念呢？这不是您得说话呀？你不让我少说话吗？少说话不是不说话呀？您那词儿啊，嗯啊，这是你是我爸爸，这得说呀。啊，行，好，那讨厌这人。来，情绪都没了，你这。我给您说个。哎，这个相声是啊，说学可不嘛，说可、哎、您都在腮帮子上这话。现在不都流行快吗？咱不得快起来。你是不是故意捣乱？我没故意。您这不就是捣乱的？哥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我这良苦用心呢？有什么良苦用心？你想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这么一捣乱，大伙儿注意力都在我身上，不就没人关心你说的好坏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站直我就能逗哏，你得让我证明啊！你证。不是哥，你那我们会那段子，你真不能、啊。你说你会那，我什么不会？我们打小是学，打小是练什么的，报菜名啊，八扇屏，我们都得背。不就报菜名吗？我也行啊。你行吗？来呀、啊！你来来来来来来，报菜名啊！前面那我不说了，就入后边这贯口。好，看基本功啊。可以，听你的。我请您吃饭，不去。不是，你不去我怎么背啊？我刚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不是宝宝现在什么宝宝？你得去呀，你不能不去呀，还得去。去我后边才能背呀。啊，行，去啊，去啊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呀，请您吃饭。我去。不是我请你吃敌敌畏是怎么着？吃敌敌畏像话。我请你吃饭，你得高兴点啊。你不说这俩字儿就行吗？你情绪得到位，我是这样。啊、好，什么人这是？嗯。我呀，请您吃饭。哎，我去，这样吧，您甭说吃，甭说上哪儿吃了，您就把那菜名说个三样五样，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。头一道大菜，我请您吃蒸羊羔，这就吃不了了。蒸，我知道你呀没钱。你再摔死我你！一道菜就吃不了了。废话，你跟这儿当当当当背一分钟，到最后白牙童子计，累得跟死狗似的，到最后还是哎呦没钱，完了。人观众跟家要看这进度条，不是就直接他拉过去了？你知道没人看这，谁看这个呀？人拉进度条就拉到这儿。谁说前面表演多精彩？行，不是你到底怎么着？不是太难了，我怎么能证明我能逗哏？我哥哥，我那意思，你来这个我没发挥啊，
对不对？你说你要是说相声，那肯定是一人一对一句的，这我还能帮衬帮衬你。你说你这真背一半，你死这儿，我怎么救你啊？一对一句我也行啊，你说什么一对一句的？都子母哏，好，行不行？子母哏，一人平分秋色的、啊。哎，咱哥俩一直子母哏、啊，别捣乱啊！不捣乱，这个来正经跟你来，辛苦您的，辛苦辛苦不累。昨天我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不累。啪啪啪一打门呢，打里边出来一人。出来人，出来人不累。我一看可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，是您媳妇儿啊，我弟妹。弟妹，弟妹不累。问你说你不在家，不在家，不在家不累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就走了。走啊，我走了。你走啊，你也活动活动吧啊，对。啊、子母哏就这么捧是吗？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一对一句多好啊！你就这情绪这人物给我捧是吗？正常啊！我要这么捧你也逗不了观众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！你来来来来来，开始捣乱谁不会？来来来，还这段啊？来，别动我话筒，你这讨厌！你看这观众，这动话筒观众就乐了，你看这，这词儿啊！这卸了光单谁不会啊？来，你等着啊，等会儿。我托付托付、啊、你也托付、哦、来来来，我刚给你托付完了，我自己也托付托付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回该我逗哏了啊，不可乐咱也乐，咱把这小子气死。我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行，跟给你托付的一样一样嘛，一样，来来来来啊，行，来了啊，哈哈，辛苦您的，辛苦辛苦不累。昨儿我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上家不来，啪啪啪一打门啊，打门打门不来，又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出来人呗，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有外国人，您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大嫂大嫂子不来，大嫂子说你没在家，没在家没在家不来，我就走了，走你的吧，出了门去吧，一拐弯，玩拐弯吧，我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看见，你爸爸长得跟郭汾阳似的。你看你看这效果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不是您哪位听出这段可乐了，太幽默了，我爸爸长得跟郭汾阳似的，太幽默了，德云社2023年十大包袱得有这一个，虚你的吧，真的真的，这你这什么包袱，哎，太幽默了，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、啊、不许拿父母老家抓哏 啊您这都不上品知道吗，我要说这郭汾阳这观众也乐，我爸是应该长得像郭汾阳啊，你看这一闭环，这一闭环，我要就这么拿父母老家抓哏，观众也乐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！哎，你就说不乐，辛苦您。哎，不来，都上您家了。来来来，上您家，啪啪一门打出一人，我一看不是外人，这媳妇儿我的，我就走了，我上哪去？我看你爸爸来，你爸，我爸爸死了，其实我爸也死了，我忘说了。我来来来来来，你看你们说这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救你来，救救不了，多少人家？啥啥啥？打哑门，打嘴，打！我看你爸，不要吵！哎哎，我爸爸也死了。你爸爸死了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你怎么？就是死了。你确定啊？对了。捅不捅过他能醒吗？不能醒，不能了啊！你那么下本，我怕什么呀？好啊，没说清楚。嗯，那行，不是昨天，不是昨天，去年。嗨，你早说去年。去年我爸爸死八年了，你哪儿碰见？看来你是真下本啊。嗯，那不是你爸，谁？不是你爸，我看错了。你大爷哦呵呵，您说1.8米大高个儿，哎，戴一小礼帽，没错，拄一拐棍儿，对，没事不说话，一说话就乐，哎、我大爷，对对对，我爸爸行大，你爸爸行大，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呀？我说这侯震的大爷呢。好好，你大爷啊，嗯，你大爷啊，你大爷，那就是你二叔，我爸爸哥一个，你三舅。我妈娘家没人，你姨夫，我妈娘家没人，你表哥，
我爸哥一个，我妈娘家没人，哪来的表哥呢？你干曾祖没有啊？没有。这样这样，你干曾祖太干了，这娘你认一个，你看现场谁像你爸爸？你没听说过？你跟认一个，你看都来了。谁也别别大跟郭飞扬是吧？去你的吧！啊，我告诉你，郭麒麟啊，怎么？为了跟你说这段相声，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死绝了。摩托车我都卖了，我看你碰见谁去。行，都是在非洲部落让人。也甭说那个，你碰见谁？好，那我碰不见了，那这相声没法说。你不有能耐吗？我再有能耐，我不能送你家复活呀，不能绘图转生啊我。你这像话吗？我得说谁有谁，说谁没谁，这相声怎么继续啊？不合逻辑啊。好，行，说谁有谁是吧？对，我得说谁有谁啊。行，你说吧，你说谁，我顺着你。说一个得能碰见啊。啊。我碰见你弟弟了，啊，行，我有一弟弟，有吧？啊，他弟弟长得跟于谦儿似的，怎么着？这长得像谁呀？幽默吗？幽默不行啊，冒犯，没有逻辑，碰见不行。我弟弟多高身脸，穿的什么，带的什么，多大岁数，说清楚，找着包袱来，观众乐了，这行啊。还得都说明白是吧？多明白，我弟弟是吧？对，我弟穿的什么，带什么？你说穿了一个塑料的鞋。嗯，不是，撕了，都撕了、啊，是一个胶皮的大褂。啊，没有，他是真穿一个。对吗？没有钉，不是，他是那个光着屁股呢。对，光着屁股像话吗？哎，我在洗浴中心碰见的。嘿，真能说、啊，没穿衣服，澡堂子碰见的。澡堂子，好嘞，好。我弟弟多高身嘞？说他七米七，七啥？七米，他是在三楼澡堂子，二十厘米，二是他这，嗯，他是没有，他是那个多少？他不是他在那个床上这搓澡呢，长什么模样？长什么模样？他是那个眉毛在这边啊，不是他眼珠子是一边一个，那是人耳朵这样，他秃瓢没有？他不，他那个行了行，你呀、啊、甭编了。我是有一弟弟，你根本就碰不见，不可能活在世上我就碰得着。我弟弟今天才仨月，你哪儿碰去？我说的可是你亲弟弟，一奶同胞，一个妈生的。对了，那这事儿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你弟弟哪儿来的？对，去你的吧。爸，你爸爸真死了。哎呀，世事难预料啊！你看，得了，那我今天就不离开舞台了。好嘛，啊，今天登记，嚯，太快了，太快了啊！得了，感谢大伙儿啊！是，刚才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，嗯，哎，叫论捧逗，我叫死爸爸呢，我像话吗？你观众就记住这句了？没有，这个。论捧逗，哎，很传统的作品。嗯，郭老师跟于老师之前也说过。对啊，我们哥俩之前说，但说的比较少。嗯，尤其是这两年确实老不在一块儿。嗯，但我哥确实是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在一块儿不离不弃的，我特别感动。嗨，您这有什么用呢？这玩意儿，特别感动。我这儿公司交社保的，就因为你看。你多好的宣传，你看没？还一直是吧？带薪休假，你多棒！你看你，对，是不是？嗯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平时聚在一块儿也不太多，是也不太多啊啊！而且这个你看，这个郭老师跟于老师其实也好长时间没见面，也老没见了。对对对，老拍戏，你师傅啊，于老师也经常出去，快单飞了、嗯、啊。哎，于老师不单飞，对，那报道上还有我呢。对，也没有，嗯，都特别好。是，其实要说啊，啊，说实在话，怎么着？我特别羡慕人家这个严老师的生活。您羡慕我什么呀？严老师爱好特别多啊，您给说说。严老师爱好特别多，啊、是吧？平时什么那个看书，哎呦，是吧？弹琴，哦，严老师喜欢乐器，哦，我喜欢乐器，家里所有乐器都有。呵，好多那个钢琴，嚯、哦，钢琴。钢琴上都是土啊，这怎么着？怎么都土？弹钢琴演奏啊？哦，演奏，演奏，演奏。啊，您的手指头就别弄了啊！啊，演奏，演奏，嗯、好多都行。那个什么，三弦，三弦，这是三弦、啊。哎，三弦特别黑怕，特别。对，这三弦跟黑怕能一个范儿、啊。不是，他爱弹呀、啊。哦，弹成黑怕了。哎，对，各种乐器。嗯。下棋。哦，下棋、啊。琴棋书画全行啊。哦。下棋，没人跟家研究棋谱。嗯。啊，打个棋谱。
跟这研究。嗯，你这下象棋都得看棋谱。那当然，你得学人家那古人下棋的哪步哪步什么的。哦，有局，对吧？人家摆好了残阵。嗯，跟这研究啊。嗯，哎，抄起这个啊。嗯，拱卒。哦，拱卒。拱卒。嗯。拱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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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卒。我这是跳棋棋谱。嗨，撂下吧您，您瞅准了再看。就是都知识都学杂了，跳棋还有棋谱呢，知识都学杂。对，你这卒到人那边就算赢，哎、你知道吧？哎，玩儿啊，各种的乐器跟家学。哦，还学？那可不嘛，这玩意儿没事、哦，你下累了，你不得来会儿？嗯，打小就爱学。啊、哦，学那个小提琴。哦，小提琴好。嗯，小提琴，没家里给买，智力投资。哎呦，智力投资。他小的时候，哦、你想想，那是没到2000年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他81年生人嘛，嗯，那会儿估计90年代，差不多。家里头花好钱，哎呦，买小提琴，多贵呀、啊！嗯，孩子在家天天练，咔咔咔咔跟这儿练。嗯，这给人搓澡呢，我这是。搓澡是小提琴吗？下泥了都跟着咔咔咔咔练。嗯，有时候这么不过瘾啊，不过瘾，拿下来，摁、好了。嗨，直接改木匠了。接着练。但你说自己在家练这，我估计有的朋友可能也深受其害。嗯，街坊呀，跟这儿要练各种乐器，你要弹得好了，拉得好了，这优美。嗯，他不行，刚学。嗯，拉那声跟狗挠门似的。什么形容词儿、啊？嘎吱嘎吱嘎吱，没办法啊。嗯，怎么报班学吧？哎，啊，找一老师。嗯，去那儿学吧。啊、嗯、啊，到那儿去，特小，10来岁。哎，小，10来岁孩子，捯饬的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拎着一琴盒，兴高采烈的。到那儿去了，特别好。老师说：“哎，同学们都坐好了，把琴盒都拿出来。”哇，琴盒都拿出来了，打开琴盒，哇，都打开琴盒了。别的同学那琴盒里摆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小提琴。哦，杨洋想这叭打开一看，一把冲锋枪。啊！当时大家都傻了。哎呦，杨洋想一看冲锋枪，哇就哭了。啊！哎呦，坏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爸爸拿着我小提琴抢银行去了。下面请您欣赏歌舞升平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！今天很高兴啊！哎呦，给我的给于老师的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给哈、嗯、啊！好，谢谢大姐，嗯。哎呀，说相声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，对，啊、嗯，尤其是跟我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你看、啊、这个，您别把我都说一块儿去，您这争嘴，你知道吗？这争这干嘛、哦？谢谢您啊，这是卖不出去都给我了。好，谢谢您。哟，挡着那边那几位啊，那看得见吗？还看不见吧？看不见，我给挪了。哎呀，活该啊！嗯谢谢谢谢，别花钱啊！真的，我谢谢各位，您来捧我们这就了不起了。您再花钱，这也拿不走，真的啊、嗯！您还要干嘛呀？拿走搁家有2天，你就坏了。嗯，我下回在这桌子上我弄一个2维码啊！嗨，哎，您打着过，你不用看我，你就随便一扫就行。谢谢吧啊！嗯，这个看着郭麒麟他们长大，是我还是很感慨的。是吗？啊，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，我们都小孩儿呢，还都是啊。对，刚才在后台看他这白头发，我真是，这是实话实说，你有点难过。嗯、这有白头发了。啊，那会儿那多嫩的呀！嗨，您哪时年轻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。您可能也是太使劲了。嗯嗯，真的啊，就是那会儿小时候，你看我呀，就属于自来劲儿。什么叫自来劲儿？你看我今天这样哈，我16就那就这样，就长这模样。16、18就是老气横秋。哦，啊，到现在50了，可能还好点。哦，人家没有，人家打小那个嫩。啊，您谁没年轻过呀？我印象最深，他大概18、19、20郎当岁那会儿。嗯。哎呦，头发梳的还抹那个发油那个玩意儿。啊。穿个橘黄色的这么一个皮夹克。啊，对，有，哎呦，那个嫩站在那儿就那个骚，我靠！哎嗨，您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这份心情了。哦，就现在回头一看，跟老大爷似的，
不就是老大爷了？那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，都埋眉毛上了。不是土埋什么？土埋半截了。土埋半截的人了。对了，人是反着埋着啊。好的，我埋了，这是好在啊，后台的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对，那会儿来的时候，你看一个个的，小不点儿。对，现在啊，都成家立业。成才的，后台一聊天，好，这38，那42了，是，我都感慨啊，我你都这么大了，师傅，我都来20年了，你看看那个师傅，我来18年了，感慨，多好啊，岁月穿梭催人老啊，是，我跟他们说，好好努力吧，好好说相声，对，啊，说的好了，你就是相声一哥，哦，说的不好，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，哎，一哥们儿。差不了多少，差多了，是一哥们儿就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混了，就啊，就这努力，是干这行都得有野心，出人头地，对不对？都是我得成为挑梁的角儿。对了，我得能干商演，成名成家，全世界巡演，是我得红，我得好，家里人跟着我过好日子，对，得这样，谁不愿意这样？你不能说我就这么混吧，啊，反正庙会有我就行。哎呦，对吧？我呀，明儿先演一个怀柔，后天演一大兴啊。啊，我演是永定河演，对，是吗？一听说，你说就这段录音单独拿出去，大伙儿都纳闷，为什么会乐呢？就得听我们前面那段。对了，所以说看德云社的节目就这个毛病不好啊。是啊，单拿出一个来，您未必明白。干了这么多年，其实很熟悉观众，是也很熟悉我们这个行业。嗯啊，让观众喜欢你其实不难啊。四个字儿叫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儿，太雅不行，太俗也不行。对，哎，有时候相声是俗文化，承认吗？承认，是通俗，对，不是低俗，是通俗。对，你雅，你说你能雅到哪儿去？对吧？你说有的朋友愿意跟我们说必须要雅，是雅代表着高尚，其实不准确，不对吗？哎呀，艺术是包罗万象的，你在雅，在艺术行业里边，你雅不过昆曲，哦，昆曲很雅，昆曲当年太雅了，还有比昆曲雅的吗？是吗？清朝的时候那都是老学究，那念书人做官的捧着康熙字典听昆曲，哦，现查，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唱词这都是典故，哎呦，你不看你根本就查不出来，引经据典，太雅了。乾隆44年的时候，北京城就是唱高腔，唱昆曲，是那会儿没有地方戏。哦，44年，乾隆44年，有打外地来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，叫魏长生。哦，资料记载他唱秦腔，到北京这一唱，生动活泼，通俗易懂。哦，场场爆满。导致昆曲没有人看。哟，这后来唱昆曲的人找清政府到处出告示，严禁魏长生再唱，哟，愣把这人给轰出北京去了，不让唱。打那起，大清律写上了，嗯，必须唱昆曲，嚯，唱地方戏算违法，哦，哪说理去？那会儿清政府提倡必须要雅，啊，唱昆曲，要听昆曲，当然这是乾隆44年，哦，乾隆55年，乾隆过生日时候就号召天下所有唱地方戏的，快来吧，给皇上祝寿。哦，就全来了，对，北京城遍地都是戏台，大的西直门桥以外都是。哎呀，全国地方戏进北京，轰动天下，把昆曲打败才有的京剧。嚯，这在中国戏剧史上，这个故事叫花雅之争。哦，你看有大清律给你背书，有清政府给你撑腰，是昆曲也没打过京剧。你看看，这个就是说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，太雅不行，太俗也不行。怎么太俗倒不行了呢？于老师一上台把裤子就脱了啊，那是不行，不像话，那可不吗？好，谢谢大家啊，好，稍等稍等，什么什么稍等，今天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老觉得这就不是演员的问题，这是观众的问题。所以说要雅俗共赏，是吧？怎么能雅俗共赏呢？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，嗨，好家伙。我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，讲清楚什么叫雅，什么叫俗。哎，对，不是真演，这就说明，比如一个人，这人太脏了也不行，太干净也不行，是吗？有的人洁癖啊，别提这个了。早晨起来，
别提这个了啊，是不是？嗯，人生活在世界上、社会上，什么事情都要接触。哎，您就说什么叫雅俗？其实按我来解释，嗯，就是个合适。怎么叫合适？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啊，啊，今天啊，什么电视台录像了，是或者底下坐了好多领导，嗯，这个说相声他灵极了，怎么呢？他就知道说些什么适合今天的话。哦，明天你给他搁到村子里边，嗯，上村子里边庙会上说，他灵极了，哦，他知道什么话应该在庙会上说，哦，这就叫雅俗共赏，是吗？哎，你想一想，您比如说那个维也纳啊，唱音乐剧《金色大厅》，哎呦，您在金色大厅那儿说一相声，嗯，跟您在永定河边上那儿说一个，我永定河就不赶紧洗裤子就甭说了，嗯，不会一样啊，那是不一样啊，合适就好。哦，这么叫合适？合适就是雅俗共赏。你这我给您换个讲法。单讲，比如说于老师，是，于老师出去吃炸酱面去了。哦，北京炸酱面，各位您都去过。是，那里边一进去那个氛围啊，跑堂的伙计嗷哇一叫唤，大伙儿跟着一吃一喝，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哎，跟我吃这面条这是一回事。市井文化吗？你看啊，于老师带着个女朋友吧，我这岁数了，哎呀。你这一想就想了那么龌龊啊，这有什么不不是不是就假设的一个人嘛，哦，虚构，哎，不是您现在的于谦老师，哦，哎，去年 啊去年那也不成，于老师带着女朋友吃炸酱面，就这么一说，一进门，嗯，人家伙计他不都搭个肩膀毛巾吗？哎，对，来了您嘞，手巾膀吗？哎，于老师来喽，是是是，快坐您嘞，哎，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面啊，都这味儿，那个两碗小碗干炸。知道，小碗干炸，对，这个是术语啊，外地人不懂。哦，什么叫小碗干炸？你上炸酱面馆，他那大锅炸了一锅酱，是这一锅酱能卖800碗。嗯，那个不讲究，讲究的是小碗干炸。怎么说呢？我要三个面，三个人吃三碗面。嗯，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炸出来的。哦，就是为了给你这碗炸的。嗯，哎，这叫小碗干炸，是，其实就是单做的，哦，不是那大锅里蒯出一勺给你放里边，哦，这叫小碗干炸，哦，哎，两碗小碗干炸，多好啊，两样面切条，嘿，不要青豆，嗯，多来蒜，是，两瓶啤酒，10个大腰子，我做您嘞，好家伙，我还真能吃，我这，就说这意思啊，对不对？你坐在那儿，你俩人包着蒜呢，聊着闲天啊，是，你会觉得这个气氛很融洽，不违和，但是你要换一个环境，你跟这个他就。不一样了，换什么环境跟这不一样？比如说，您带着女朋友，您到这个奢侈品店，哦，上那儿逛去了，对吧？嗯，跟这女孩于老师的女朋友，老提这女朋友，啊，不是虚构的吗？啊，玉谦儿，嗯，谦儿，哎，哎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，嗯，我哪儿勾搭这么一大娘们来？这是。什么味儿这？这是高峰他三姨。呵哈，别提他了。啊，嗯，谦儿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个表。哎，对，你给我买个包。哎，这女的会赶折。哎呀，买个包。啊，于老师行。啊啊，对我那么好，给你买个汉堡包。哎，汉堡包啊。啊，你这个人讨厌啊。哎，卖块那个表。哎，对，买手表，几十万的那个表。嚯，还有价。哎，于老师带着他，带高峰这三姨啊。啊。俩人呢，买表去吗？是啊，就奔 Seven Eleven 了。我那儿有卖，那儿有卖表的吗？那个，哎，我觉得挺洋气的名字。嗨，不是奢侈品啊。没有，买包去，买包得上那个那个店啊。对，俩人就奔新发地了。啊，新发地有卖包卖表，有个物美超市是吧？卖那更还不如 Seven Eleven 呢。我不懂啊，因为这三姨跟你走了，我哪懂去？嗨，就是奢侈品店嘛。俩人手拉手。嚯，奢侈品店哦，奢侈品店那个服务员人就不能跟那个炸酱面那个跑堂子似的了啊，肯定有区别了。哎，人家穿西装打领带啊，嗯，先生好啊，于老师您好啊，哦，认识，请坐啊，谢谢啊，哦，啊啊，您是来看这款包的吧？是啊，嗯，这是今年秋冬的新款哦，嗯，配上秋冬季的短款貂绒外套，非常得体啊。哦， 哦， 哦，你回头喊这同事丹尼啊，把这包拿来让于老师看一下。哎，我你坐在那儿也俩跟真事似的。那是俩人这装的，哎，跟那正式两口子似的。哎，这嗨，这环境这个气氛他都对，嗯，这就叫合适。哦，这就合适了。你炸酱面馆弄得跟奢侈品店似的，不行吗？好家伙，您俩人领着手一进，
炸鸡面馆有身份这样。伙计打领带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于老师您好，认识，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旗舰店。这还有旗舰店，这是今年秋冬季专用炸酱。是啊，配短款两元面切条。哎，对，那倒是尝不了。丹尼，把那个限量的独头蒜拿来，让他嚼一下。那就不合适啊。那听着也别扭啊。啊，你这个。这你比如说你奢侈品店跟炸酱面馆似的也不行，那也不成吗？那是啊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啊，我们上奢侈品店啊，你给我买个包 啊， 啊，走吧，他三姨啊，俩人去了，一进门奢侈品店这服务员搭着手巾就过来了啊，来来来，是啊，于老来了，哎，认识，哎呦哎呦，坏一大娘们，嘿，什么话呀，什么话呀，哎呦喂，这可不来呆哎！不来呆像话吗？比那天里好，今儿有头发。别说了，哦，太好了，您快坐，快坐，快坐啊！赶紧说包。给他买包是吧？可不是吗？来着了，今天新出的，倍儿好，倍儿好，就是不好卖啊！是啊，我们掌柜的急坏了，又上火又窜稀的，是吧？什么话这叫？二秃子，二秃子，二秃子，把那包拿着，让于大爷搂搂嘿。哦，哪于大爷？你看，就勾着大娘们那个老于。别说了呢。这好听吗？这个你，这就不合适，他太不合适了，这个对吧？啊，所以雅俗共赏其实就是一个合适。您说这还有一定道理。合适的场合，用合适的技巧，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，哦，他就会有合适的效果。说的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是说相声，首先得是个心理学家呀，还研究心理学啊？我们净研究人了，是吗？就这么研究，还净上人弄里边。我嗨，那研究的不透吗？是吗？心理专家哦，说相声不容易。举个例子，各位啊，嗯，你看有一个北京小吃，嗯，叫卤煮火烧，有人爱吃，嗯，就是猪大肠嘛，是也有小肠的，对，反正是猪肠子，是猪肠子，有爱吃有不爱吃的，因为它原来是装辣子的。说白了就这么回事，可不呗啊！炖吊子，啊，那都是那玩意儿，对吧？嗯，九转大肠，是的，红烧大肠，是。这个大肠，原来是装那个的，嗯，洗干净了你就吃。哦，你那饭盒装完那个，刷干净了盛上饭你也不吃。哎，你琢磨有点道理哈。你想去吧。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来盆水。嗯，我这洗完脚了。啊，于老师来您洗脸吧。哇，准不干，多新鲜！洗脸水让他，跟洗脚水换一下，他接受不了。对，郭德纲你怎么这样呢？嗯，洗脚水怎么能洗脸呢？就是不干。嗯，可是您到了游泳池，你还扎猛子呢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？你这玩意儿就是我一个人洗脚那水不行。我有洁癖，嗨！咱得讲理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那么些个人，老的少的，在里边泡脚，嗯，对吧？他又不会游的，他净剩跟那泡脚了，啊、嗯、啊！您还往里边哇、哦、下去，还，哎呀呀呀！别提这个，你怎么愿意呢？啊、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说这俩人搞对象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嗯，说一说不行，哎呀。一分钟跟你都待不了，我忍不了你，我必须分手，我忍不了，马上就得分手，分手，马上就得分手。对，一分钟忍不了。对了，可是你上班，你也不爱上班啊，嗯，你怎么能忍呢？因为给钱了，你就这么点区别吗？是不是啊？就咱就得琢磨，就得研究，把它研究透了，其实是研究舞台和人物心理，这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嗯啊啊。一路玩意儿惊动，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，一路宾朋。哦，大饼卷一切，万物皆可天妇罗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我都没听说过。这句是我设计的。嗨，实话实说，说相声其实挺好玩，真的是吗？干完这行，别的你都不爱干，这行有意思，你可乐呀，是不是？尤其站上台上。说点这个，说点那个，这、嗯、我挺高兴。是你挺高兴的，是啊，当然了，嗯，有时观众也爱说你们那小孩站台上说那话不像人话，是吗？您多避屈哦，哎呀，您多包涵，嗯，我们这行有一特点，是
先学吃饭，再学养家。怎么讲呢？八岁的孩子站台上说相声，他不能说跟五十岁这俩老油条似的。嗯，小孩有一过程，他站着还害怕呢。哦，他得先说点那皮儿薄馅儿大的。嗯，观众一听乐了，俩孩子，哎呦，乐了，今儿死不了了啊，能上来能下去。在演出的过程当中，逐渐有知名度了。嗯，他自己考虑那句话不能说了。哦，你说不好听，不干净。嗯，啊，我说那个你台下那几个大美女这样看我，我多难受啊！你看，他就知道要好了。哦，要脸了，哎，他就慢慢的调整节目了。嗯，这是个过程。是，所以您各位也得多包涵。哎，这个没有办法呀，嗯，都得练嘛。啊，就是啊，慢慢的他就爱惜羽毛了。哦，当然了，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只鹰。你要是个胆子，你就别费了劲了。嗨，别爱惜羽毛了，那啊，他爱惜个六啊，那个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说相声既简单又复杂，嗯，都不容易。你站着蒙，怎么也能蒙下来啊？要想好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对了，对不对？就跟你看，我跟于老师，我们说相声，我们非常熟悉的掌握这门艺术。干别的，我们也不灵啊。我们干这年头多呀，对不对？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全国这么些说相声的，他有挣钱，有不挣钱的。嗯，那不挣钱怎么办？那就得从专业上找。哦，那郭德纲，哎呀，郭德纲看见人家同仁堂挣钱了，我也开药铺。是，我开多少个药铺，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管什么用？谁敢来吃啊？嗯，对不对啊？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咱们这要对门说相声挣钱，咱们不挣钱，人家给于老师勒死吧，挂他门口讹他。啊，是打官司咱能赢，给咱赔500块钱是吧？我就值500块钱呢。您这把我给豁得太狠了，您这主要是这主要人家嫌你脏，哎，就到500了。玩笑说玩笑，其实要谢谢各位观众，是您大伙儿对我们的宽容。是，我们这个能力一般，水平也有限。嗯，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，不吗？嗯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，倒霉倒霉你们身上啊！啊，这前两天于老师那个。单飞就够我们受的了啊，别提这个了。但是也挺好的。怎么呢？也挺好。你想啊，你想这个道理，嗯，啊，网上好多人自媒体人都写于谦怎么怎么着，嗯，我挺高兴。其实怎么您还高兴呢？一个演员如果连自媒体都不愿意给你编故事，你一点价值都没有。那也倒是，你看去吧，反着想你不值钱。哦，人家编你，然后帖子沉了，你有意思吗？是吧？嗨，哎，非得写于老师单飞了。于老师你算你要飞你走你的，哎，我替你照顾家好吧。你不用不用，一说他单飞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人家看出什么来了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得回来说相声，这是根儿啊，别的咱们也不会啊。可不吗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叫脱鞋上炕。哎，一个都不对。说学逗唱哪有不知道的，观众都知道。对了啊，你说这说学逗唱人觉着，嗯，没有意思，人已经上炕都坐下来了啊！哎嗨，说学逗唱，没错，说嘴里得干净，嗯，学各种模仿，哎，逗相声的最重要一点啊，乐。听相声为什么呀？嗯，听相声为的是开心，图个乐。哎，如果开心之后，从你的故事当中，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觉得有意思，并且值得学习啊，哎呦，这个就很棒了，不错。他这故事里讽刺这个人不好哦，我们得摒弃这种坏习惯。是不做这种假洁癖。嗯，嗨，这摒弃我，这是这就很好啊。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是我要教育你，嗯，你得跟我学好。哦啊，你如何如何，人家大老晚上上这听相声图一开心的啊，疯了让你数了大儿大女似的啊，没有意义。对，还有这个唱，唱呢，唱分两种，嗯，一种在学里边，一种就是我们的唱。哦，太平歌词啊，这是本门唱啊。嗯，太平歌词现在观众都很熟悉了啊，过去有一段时间太平歌词挺不值钱。是吗？因为它旋律简单。哦啊，嘿，好家伙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嗯，你活了活不了。旧社会你看那个连拉洋车的，嗯啊，摆摊卖糖的，嗯，都愿意唱这个。他们都唱。哎呀，太简单了。是吗？啊，就是因为简单，后来但没人听也没人唱。那您给唱几句啊，我唱几句你们听听啊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呀，唱一什么呢？你们大伙儿点一个。嗯，这个状态就跟站在怀柔大集上似的啊！我这是负荆请罪来。好，行，
喊了半天也没喊出明白人来啊。是，我给你们唱几句，有一个太平歌词叫《满江红》，唱几句你听听，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西子湖畔草青青，千秋景仰五木岭，都只为金兵占了中原地，接走宋帝回亲二宗，有你马杜康王徽宗继位，那大好河山一旦坑，岳鹏举会师北上，迎二圣则亲会，里通外国他要害英雄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潇潇雨歇，台王宴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愁，不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靖康耻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，他长居踏破火烂山缺，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叹可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去。好，满江红，哎，这还真新鲜。这个呢，就是说相声就必须要会的，太平歌词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都归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。哦，啊，学个什么吆喝呀、叫卖呀、小曲小调、地方戏。哦，这个呢，我跟后台的孩子们我也说了，我说你们唱啊，就摘自个儿适合的。怎么叫适合？不是每一个人适合所有的曲种和唱法，是吗？你的发音位置、你的习惯都是。哦，你看我有一徒弟叫张云雷，这你们都知道哈。啊啊，张小辫儿，他打小跟着我太平歌词一句句教的，包括我给他摘的。评戏你比如唱个《乾坤带》呀，唱个什么的，王少安呐，对呀，京剧唱个《锁麟囊》，他也爱，他能接触到，他在天津、北京，因为他唱《锁麟囊》唱的挺好，确实影响很大。还有好多观众捧，哎呀，说我们听锁麟囊是这个张云雷给我们带起来的，这话咱也对也不对，是啊，确实他影响挺大啊，但是也有人说不对，嗯，我听锁麟囊的时候他还没张云雷呢，嗯啊，这个很正常啊，很要有人跟你这么说，你就跟人说对，你说的对就行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，哎，就说别抬杠，别抬杠，啊，可 不抬杠，别抬杠，他唱的挺好，他适合这个，后台有几个孩子找我。有孟鹤堂，烧饼，张鹤伦，啊，鹤伦，这仨东北人，是师傅，哦，要唱锁麟囊，我说唱呗，不会，啊，让您教，不会听去，哦，听谁？哦，我说你听张云雷就行，啊，不听他我更唱不过他了，我说你没有必要跟他去比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各唱各的，有你们的特点，对呀，啊，就想唱锁麟囊，那就唱呗。先来头一句试试啊！我唱一个来，春秋亭啊，春秋亭呗啊，春秋来唱春，你看，春，春对啊，春啊，春对春，春哎，我说你这不要命吗？啊，不合适，唱不了。照你们这个，你们就按照方言唱就行。啊，有方言的这个吗？春秋亭外风雨暴，何处悲声寂寥寂寥啊！啊，隔帘看见有一个大花轿，想必是结婚都鹊桥。今日良辰在旮旯当欢笑啊！啊，为什么在那儿一劲儿的放声嚎啊？哎呀，回头我把梅香叫啊！哦，他要是再好，我把他挠啊！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不是你别费那劲了 啊！好好唱二人转比什么都强。对，
那倒是，他有个合适啊。对，他们就合适那个，不合适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我跟谦儿哥，我们小时候学这个有关唱戏的时候，我们都专门找那个专业老师教我们，他有培训嘛。那会儿小的时候，我们在曲艺团学员班，是啊，那说学京剧了啊，送到京剧院去。那时候真下功夫，谦儿哥送了京剧院去。我喜欢啊。哎呀呵，他打小他就是他玩心也大。嗯，你说斗蛐蛐啊，喝酒啊，聊京剧院的老头们多爱他啊，他都能聊到一块儿。哎呦，烧锅炉的王大爷，扫地的赵大爷，啊，弄台毯的李大爷，做饭的孙大爷，一个唱戏的都没有啊，合着全是打杂的。爱他啊，我那会儿爱唱评戏哦，就给我送到评剧院。你学评戏？那就小姐姐们唱花旦的，唱青衣的，二十来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，就嗯，早知道我也学评戏呀，你这，嗯。就为了学艺术啊，那当然是啊。但是他会的，没有不会的，都唱过几句。像我们这法儿，就说这京剧、评剧、梆子拿起来就唱，啊、你给大伙儿唱两句吧，好吧？谁呀？我呀？我可不行，要听唱还是您唱？你看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唱几句，好不好？一块儿唱什么？哎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有时候后台唱着玩倒是老唱，嗯啊。评剧有一出了不起的，叫《刘巧》，这您知道吧？嚯，那是现代戏里有名的。咱俩把那对唱这几句唱上。唱几句行？反正我唱赵柱，您唱刘巧，我唱刘巧，好吧？我给您搭个架子，哎，好极了，好吗？你就听于老师，我这个不重要。哦，不是，主要听。哎，您客气了，您来。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，众儿心中暗着急。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。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？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边解决问题。村子里万一是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。县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一样的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哎，有这词儿吗？这个什么词儿啊？您这哪那么些个不同意啊？忘词儿了吗？刚才就几句吗？啊、你看，在这几句听着，谦儿哥唱的味儿好，下过点功夫，味儿好啊。你看这个唱评剧就简单一点，是要唱梆子就难了，梆子不容易唱。哎呀，梆子那个发音位置不一样，是吗？我小时候唱过梆子，哦，唱了唱时间不长我就不唱，太难受了。您现在您得唱，不是他关键，你唱梆子他更讲究是用丹田气，哦，这一出梆子唱下来小肚子疼，发音位置好，这不一样。你唱评戏你唱两天你都不累，这梆子什么味儿？啊，那边梆子、啊，你包括唱老生。啊，男老生、女老生还都不一样。您试试啊！啊，你看，比如要女老生，女老生她调门又高。哦，您唱，你看，我的儿啊，倒是发音位置不一样。嗯，通透，啊，调门又高。您再换一个，来，但是要男老生就不一样了。啊、男老生呢？男老生他没有这么高，是啊，所以说他经常就是半说半唱。那您你看王庆林、银达子先生那个，他那个位置找了压低点，你换一个，他是另一种啊。是，可说是哎，我的儿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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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爷爷说孙子的，我就不听了，不听了啊！嗯，爱什么内容都成，不听了。你看这就不一样啊！所以地方戏我还是学过，是吗？但是我最出头的呢，唱歌，歌不爱唱。我问过好多唱歌的朋友啊，我说你看我为什么唱不了歌啊？人家说你呀净唱戏了哦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各种小调你都唱。是这个唱歌的时候呢，你因为你熟练的掌握了那些传统的技巧。哦，所以你唱歌，大伙儿一听就是戏味了。是，你得把那些全卸下来。嗯，但是很难，列位，你下那么长功夫了吗？也好，费这么些的，就好几十年了，就会这几个歌，没有一个是人味的。是吗？会哪歌？你爷爷我小的时候，唱在这里。没有，不错，错了。玩耍。没有，错了，错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词儿错了。哦，您说说。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呀。
对，他看谁唱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儿没有活词儿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唱就老学着，跟还跟唱戏似的。啊，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《大约在冬季》。嘿，那您唱唱吧。轻轻的，嗯，我将离开你，嗯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嗨，唱成什么味儿？反正这是准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会一那个啊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哦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嘿呀，我以后不跟唱二人转的妇女们一块玩了。啊，直追张鹤伦。嗯，这都他们教的我。嗯嗯啊，我后来学了一个那个歌，倒还挺好。又学了。嗯嗯，哪个？那个什么？菊花朵朵开啊，是哟，不是不是菊花，什么花？茉莉花不？啊啊，桃花，桃花朵朵开，桃花朵朵开啊！这个我真下功夫，学好几天。嗯，来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着桃花开，嘚儿啊没摇人儿呀！断了啊，嘚儿啊没摇。哎，您彻底串二人转去了，这回怎么唱怎么唱？我哪会呀？反正我唱这个都差着啊，都差着啊。所以说我就玩命，人告诉我你就玩命听。哦，想唱这歌玩命听，就听这一个人的歌，你可别逮谁听谁啊。哦，就听一人，听太杂了容易串，是吗？有一个歌你要唱会了，你就都会了。哪歌啊？我这个报告大家，这两年没出了演出，我真是学了一个歌曲。好害羞。您是学了一歌曲，还是学了一唱歌曲的人？不。哎呀，这话说的没有毛病啊！我学的是那个谁，学的王菲。啊，您谢谢各位，我学就王菲。王菲，我但是我还不敢唱，我老爸不对。干嘛不敢唱啊？您得练呀、啊。你们对王菲都熟悉吗？啊，要有不熟悉我就好一点 啊。不，您真学她了、啊？真学她了。那您给我们唱一下怎么样？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！啊，学一下大家啊！我学一学王菲啊。我不知道你哪位是他的歌迷啊！啊啊，好好好，学学学王菲，来来来，有时间不唱这个，来看看。哎呀，嗯，先跑一会儿，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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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您这是王菲呀？王菲呀？王菲不这样。哎，戴安娜王菲啊，就是撞死那个。下面请您欣赏《鼠来宝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谢谢吧，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。哎，刚才郭老师跟于老师又说了一段，大家看的感觉意犹未尽，没关系。让他们到后台呢，稍微休息休息。哎，一会儿还得给大家演呢。嗯，尤其郭老师年龄越来越大了，身体也不老好的。刚才连说带唱很辛苦。是。到后台呢，他得吸吸氧啊，什么这个换换血呀、啊，反正都是。好家伙，是做透析了。做一定的保养吧。反正这个郭老师跟于老师的相声不用我过多介绍了，嗯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对，有的您比我们还熟悉呢，嗯，为什么呢？您爱听相声，您是相声迷啊，郭德纲先生跟于谦先生啊合作得有20来年了，对，啊，大家呢对他们的相声艺术呢可以说是叹为观止。嗨，确实非常的不错，都惊讶了。哎，拿您来说吧，我他是郭老师的徒弟，那是我老师。各位朋友有认识他的，有不熟悉的，嗯，没关系。听完我们今天这段呢，认识他的也都把他忘了，啊，您不熟悉的还是不熟悉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郭老师的徒弟，还不是一般的徒弟。哎，你看，朋友们都知道了，呵，他是郭德纲的爱徒。哎，郭德纲老师徒弟很多，80多个。爱徒有限，才74个，基本上都爱，不爱能收成徒弟吗？他是爱徒当中最喜欢的一个，嘿，就是最喜欢的就是他，真的不是说我当着各位拍马屁啊，没这意思。您把手撂下。德云社不可或缺的一粒重要的棋子。哎呦，嗯，以后我就是西直门第4太子了，我就啊，
好，给您点赞。今儿晚上就去吧。不，让他们仨先待着。反正就是说他呀，各方面都不错。嗯，郭德纲老师离不开他。哎呦，在德云社的位置举足轻重，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，一人之上。啊，我们单位斗地主倒合适。这话怎么讲？一共就仨人。仨人干嘛？300多相声艺人，你不刚说的吗？啊，一人之下，一人之上呢？一人之下是你在郭德纲老师领导之下，一人之上呢？一人之上是德云社其他的相声艺人都在你之上，是吧？我还是那最后一个呀。不，你第二个啊，你在他们之上。是因为什么呢？他负责演出安排，对，安排演出。哎，说我们话叫生杀大权呢。他掌握，是说你们话是吗？对呀，您看这个小剧场演出啊，各位可能也去过。嗯，星期五上午啊，网上发节目单。对，我们跟演员跟您一样，我们也礼拜五上午看节目单。哦，今天演这个，明天演那个，我们演那儿。唯独他不是，他得从各个队的队长那儿汇总这些演出信息，他先看，因为各个队都有演出队队长，他管着那些队长，他是总钻风，是吧？我是那巡山的妖精，就你管着队长，那叫什么呀？总队长。哎，这总队长这名儿咱没想到，是吧？好，钻风他想起来了，他把这节目单都拿过来，他先看，他一看，说这节目不能演，这我不会，这不能演，啊，这不能演，说的比我好，这不能演，这不行，这我没听过，这不行，还有我没听过的啊。所以您看小剧场演出就是打灯谜呀、啊、反气口啊、对春联啊，反正都是这个。这个观众都听会了，对吧？反正说他呢对节目要求比较高。嘿，他主要负责压制演员，压制演员。哎呦，这点仇恨都拉起来了，就是不能让演员骄傲喽，这是他的责任。对，哎，他说不让谁演就不让谁演，没有那么大权力。有这么大权力？嗯，前些日子为什么于谦单飞了，对不对？他不让演我啊，啊，那可不你嘛。特好，安排节目是我这于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最近变心了，你别跟他演啊。哎，行行，郭德纲、于谦都得听他的。哎呦，他在德云社说了算。呵，真的，德云社的福种嘛，啊，在我们这儿呢，我都胖了，看不出来。副总，副总，副总的，副总怎么讲啊？啊，怎么讲这俩字？副总啊，就是副的总。这跟没解释一样啊。嗯，副总全称是什么呀？就是副总经理嘛。哦，副总，他透着有点心虚，别心虚啊，啊，别含糊。我不爱提副总经理啊，各位朋友对他都比较熟悉啊。你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了断。好，我死在这儿了。不是，您给大家就是说一说什么？说一说自我介绍啊？对对，没有什么可介绍，就是您说说您姓什么叫什么啊？你父亲是谁？然后。就是我就是栾云平，我没有什么介绍、啊、哦，还真没必要介绍。就是说完您这名字，底下鸦雀无声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呵，我谢谢你。还没上场的时候反应强烈呢。嗯，我再给您介绍介绍，姓栾，叫栾云平。对，这是德云社的。哎，给您鼓掌。哎呦，您鼓掌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真的。为什么您这个介绍完了，掌声寥寥啊？因为什么呢？您的天资条件说实在的稍微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这也没办法。嗯，这你生气不行。刚才您看郭麒麟了，为什么往台上一走，大家欢迎啊？天赋条件好，不是人家首先来，怎么不是？人家人都跟成龙玩去了，人家成龙为什么跟他玩不跟你玩啊？人家天赋条件好，人家是也当然是遗传的因素，遗传的好。对不对？你天赋条件不好呢，责任也在我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你着急没有用了，现在因为我就差着。不是谁说的呀？你这是该着刚着。我比你强？不可能，我这测过，我你哪比我强？我脑子就比你强。脑子不可能比我强，你测过智商吗？测过吧。上医院测智商得抽脑浆子，啊。好家伙，你抽过脑浆子吗？你这验你验大米呢？你这验大便呢？我这这采样啊，道理是一样的呀。抽完脑浆子，搁那个小玻璃片叫载玻片，搁在上头点上两滴生理盐水，拿盖玻片一盖，推到显微镜底下，先调那个粗准焦螺旋，再调细的，40倍视野底下一看，看看里边有没有傻细胞。你是不是专业就是测脑浆子的呀？测智商啊，有傻细胞越多，这人越笨。傻细胞叫 silly cell， silly cell。
他也就傻细胞特别多。您碰着专家了。对你，我给你测过，我记得。你就测出仨来不是吗？谁说那傻细胞都饱和了都？好，没别的细胞了我。对啊，你脑子慢，你承认不承认吧？我怎么能承认呢？上次在这儿演出还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这都一年半了，到这儿来你还不承认呢？我怎么我就得承认呢？行，我当着各位亲爱的友友，我在这个舞台上，友友，你先对上回在这儿演出还没这词儿呢，是吧？嗯，我测试测试你，当着各位朋友啊，2700多位，怎么你带着你要抽我是怎么着啊？哦，那仪器我没带着，但是我也可以抽你。别，嗯，我抽傻细胞呢，不抽脑浆子了啊！今天咱换一种方式测试，行吗？什么？咱来一个知识问答。好，我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，嗯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嗯，你吃饭了吗？吃的饼。完了，脑子很慢。什么？这样回答看不出反应快慢来，对吧？我问我儿子也这样，儿子吃饭了吗？爸爸，我吃的饼。他这种看不出反应快慢，你这辈子有不了儿子了。嗯，所以认你当干儿子。这，这个咱来一回刺激的，叫所答非所问。这刺激在哪儿呢？哎，就是考反应啊。哦，哎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答的时候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才算对。嗯，比如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饼。那也不行。嗯，也挨上了。哦，吃饭了吗？没吃饼，也挨上了。那我不吃。不吃也不行。不饿。不对，我先减肥呢。都不对，先放冰箱里。嗯，不行，拿微波炉热热。不，腾腾也不行。我问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没吃，不饿，一会儿再吃，都跟这个话题有联系，有联系就算错，没联系才算对。不懂。比如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应该怎么答呢？你说我爸爸掉河里了，这就对了。这都不挨着，这哎，越不挨着越算对了。好，嗯，挨上就算错啊。行行行，行吗？那可以试一试。敢来哈？哎，也不用多问。嗯，五个问题。各问题，哎，劳驾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给听着点儿，您得知道怎么算对，怎么算不对。嗯，如果我说东，他说西，离得越远，越算他对了。我特点就是说话不挨着，稍微挨点边就算他错啊，错不了。这个不好来，他要挨上了，劳驾您给鼓鼓掌，好嘞，证明他脑子慢。没问题，您来吧。五个题开始了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灯泡还真够亮的。你有痔疮吗？新买双鞋。今天星期几啊？二十多度呢。几个问题了？三个了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傻细胞诞生了。您这英文名字就是 Silly Cell， 您就是。你有病吧你？我有病，你有病，你脑子慢。问着问着拍什么巴掌？什么拍巴掌？各位朋友都鼓掌了，一鼓掌游戏结束。不，脑子慢，你接着来呀、啊！我这还没过瘾呢，我这。不用来了，一挨上就结束了。什么时候挨上了？刚才呀、啊，我问你几个问题了？我三个问题了，这不是挨上了吗？哦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当然了，一共五个问题啊，这是第四题啊，对吧？你脑子慢，他就挨上了呀。哦，承认了吗？不承认，我没留神。哦，还不承认？是要留着神呢？那我就错不了了。再来一回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原封不动啊。哎，注意啊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灯泡够亮的。你有痔疮吗？我新买双鞋。今天星期几啊？二十多度呢。几个问题了？三天没洗澡了，您、哎、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哎，错了。最后一个问题没坚持住，你看。你这问题是什么？又错了吧？这也是问题。对呀、啊，我问你又错了吧？你说我有痔疮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我还得现长。哎呀，你长不长的谁还检验去？我就怕人瞧着了。脑子慢，你就承认了就完了。不，这不行不行。还不承认？不行。那怎么能承认？不，您这不叫，您刚不叫什么测验呀？哦，我出个题目考考你。哎，对，出个题目行吗？啊，测试测试啊。嗯、啊，注意听着啊，说在大海当中啊，这样游的是什么生物？哎呦，生物题啊 ，biology 啊，什么生物？傻小子，我听过这个。经过你告诉我呀，这是海马呀。对，问题不在这儿啊，问题在后边。这样游的是海马，大海当中如果这样游的是什么？这是水母。不对了，水母这样游。咱这是往前。章鱼。章鱼往后。那这是五个海马一块游。怎么样？什么？没猜着。再看这个大海当中要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是十个海马一块游。这不对，这是你爸爸掉海里了。推我，像话？不
这救命啊，不是？不是掉河里，在海里了。哎，对，多好！行行行，像话。你说一，我猜猜。我说一个，咱换着说。我说一个就又短又快。哎，太好了，听着啊，说吧。说呀，嗯，哎，光着膀子，嗯，黑麻袋。说呀，来这个。完了，光着膀子就上身不穿衣服，披着一个麻袋，猜一个什么呀？猜喝的。哦，喝的饮料，您这是雪碧。这怎么雪碧呢？是不是吧？不是，许他不是，不许不蒙，是不是？瞎蒙。矿泉水是不挨着。苹果醋，这多少年没喝这玩意儿了啊？那是猜不着，猜不着。告诉你，嗯，说光着膀子。哦，加多宝，你让不让我说呀？王老吉啊，你还接着蒙是吧？不知道开胃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 啊是什么呀？光着膀子，嗯，黑麻袋。您这是扎皮。哦，扎着皮，嘿，行，行了，就这意思了啊。有两下子啊，他说这不错，这叫扎皮。哎呦，好，挺不错的啊。我再给你来一个，你上这儿来，干嘛上这儿来？上这儿来，蹲下，蹲下。哦，复原，来吧，猜吧，这动作，猜一个中药，也是个补品。人参？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枸杞。再来一次。枸杞，你看我踹你了，怎么挺有营养的？什么叫枸杞？我起来枸杞，我这个就让大家猜，你不属狗的吗？猜什么形象？你这个，这猜什么呀？猜个国家，哎，国家是父亲，我没有这国家啊，这个不知道。这是哪国？巴拉圭嘛。巴。哦，我是那个龟。嗨，啊，您就甭客气了。谁跟你客？你这不像话。你这不像话，还是这动作。巴拉圭，不对，猜一动画片。什么动画片？葫芦娃。葫芦娃了。葫芦娃，我是他父亲，他是我那娃。行，是吧？您再说一好的。我还说好的？有没有好的呀？行，说一好的吧。说一好的，我们听听。哎呀，说这个吧。哎，哎，这个哪个好啊？巴拉圭，你是不是学会了？巴拉圭，这不巴拉圭吗？这没学会了啊。嗯，那给你真的，你来这个。来哪个？说呀，有一乌龟。哦，乌龟，有其实就是王八吧？啊，这我们懂。有一条小鱼儿，就是鳖和鱼。嗯，有一个鱼缸。哎呦，这三样了。就这三样。对，鱼缸里呢放一鱼，放这王八。哦，把这鱼缸放在冰箱里边。哎呦，可不是说冷冻，那是搁那冷藏里边。嗯嗯，搁一天一宿，24小时。24小时。嗯，打开冰箱门，怎么样？把这鱼缸取出来。嗯，光剩这王八没鱼了。问题在哪儿呢？嗯，怎么回事儿？这怎么回事儿？这很简单呐，你搁里头，王八饿了，把鱼吃了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不，对吧？王八并没有吃，没吃呢，鱼蹦出来了，一蹦在冰箱里蹦出来。没有，都检查了，整个冰箱没有。也不对，那我知道，这是变魔术呢。嗯，里边这有两套，对吧？提前里边有一个不带鱼的，你把搁进去，转天把那不带鱼的拿出来了，俩王八一个鱼。不对，两套。不对，不对。也不对，不对，猜不着，猜不着，不对，你公布答案，猜不着，告诉你、啊，你说说，说这个鱼缸里边有鱼有王八啊，把这鱼缸呢放冰箱里，放冰箱里，24小时，一天一宿，打开冰箱门，嗯，把这鱼缸呢拿出来，怎么样呢？光剩这王八呀，这个没有这鱼了，这鱼哪儿去了呢？是，这王八也纳闷呢，这鱼哪儿去了？这走，溜了。我还是那王八是吧？这是那巴拉圭的第二集。什么第二集、啊？你这都不像话！你这叫人身攻击，拿人找乐、嗯、你这不行，不行吧？这叫题目吗？说题目啊，还得有点文学性。哎，文学。哎，雅俗共赏，大伙儿听得哈哈一笑，还得有点收获、嗯，那才是高级题目。那不行。我给你说一个啊、嗯，说一好的文字题。呵，好。注意听着，猜一字啊。哎，注意听着，猜一字啊。说是。一个大一个小，一个蹦一个跑，一个吃肉一个吃草，一个难追一个难找，这多好。这是巴拉圭。不对，一个字儿，一字儿，一个字儿，不知道。哎，猜，真够乱的，使劲猜。使，这不是，你以为拉屎呢？使劲呢，猜，动脑子。猜不着，真猜不着。告诉你啊，嗯，什么字知道吗？这什么字？发牢骚，发牢骚。嗯，有一个著名的那诗集叫《离骚》，就是那个字。这谜面什么？你看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一个蹦，一个跑，一个吃肉，一个吃草，一个难追，一个难找，发牢骚那骚，离骚那骚，能讲吗？当然能讲了。什么一个大，一个小？哎，这个
离骚那骚字怎么写呀、啊、马字边这边一个跳蚤的蚤，嗯，这个马大个大，跳蚤个小，这叫一个大一个小。哦，什么一个什么蹦，一个蹦一个跑，这怎么解释？跳蚤它蹦，这个马呢会跑，马一跑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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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跑，还有郭德纲，哎，一个蹦一个跑，什么吃肉，一个吃肉一个吃草，这是这个跳蚤吃人血喝人肉，嗯，哎，这个马呢吃草，哦，对，这叫一个吃肉一个吃草，什么难追难找，哎，这个跳蚤要蹦了，你找得着吗？找不着，这马要一跑起来，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，你还追得上吗？那追不上。哎，就是这个字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一个蹦，一个跑，一个吃肉，一个吃草，一个难追，嘿嘿，一个难找。呵，好。哎，这是那个《离骚》的骚。好好好，这叫学问。你听您说完这效果多好。哎，大家都在那儿琢磨呢。嗯，这叫学问。是是是，谢谢您。哎呦，字谜嘛，对，字谜嘛，那就不如那王八还纳闷了，是吧？你说呢？太庸俗，嗯，庸俗的没学问的我们不说。这我也会说。你说一字谜，你听这个、啊，我们听听。哎，嗯，一竖一边一点儿，猜个字儿。这太简单了，嗯，大小的小，嘿嘿，嗯，不对，不对，我直接告诉你多好啊，大小小。那你这不一竖一边一点不小吗？不，什么字？萝卜知道吧？萝卜我经常吃。萝卜得补。哦，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？我都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怎么写？一竖啊，一边一点，一竖一边一点，这边呢，那不两边了吗？你这一边一点，咱们一般人都认为一竖一边一点，哦，一竖每一边有一点，哦，您就一边一点。我都告诉你一竖一边一点啊！行行行，就你这个，我跟你说一你也猜不着。你说，我跟你的谜面一样。嗯，一竖一边一点，你猜一个字。我都刚说了，什么字？萝卜的卜。不对。大小小也不对，你这什么字？上下的下。那怎么叫一竖一边一点啊？你看大家都会写，嗯，一竖一边一点。哦，他把这一又搁这儿了。哎，一竖一边一点。好好，怎么样？好好，不行了吧？听这个，还有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。我这多着呢。这字我认识。这什么字？二十。嘿，一横一竖十，一横一竖二十。不，对不对？你那是俩字。再来一横一竖三十。不，您这几十？我什么几十啊？几个字？我这一个字，一个字，哎，猜不着。告诉你，什么字？这是那口腔的口。口腔口怎么会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呢？看我写啊。你写我瞧瞧。一横，嗯，一竖，对，一横，嗯，一竖。呵，哎呦，您这个字有意思，您那字跟德国人学的吧？谁中国人有这么写字的吗？中国人写出来就是那口。您这都不像话，我给你说一，你还猜不着。嗯，注意听着啊。我这个字最难猜了。哎呦，听着啊，说是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，一个字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一个汉字，没听过。小朋友都认识啊。这什么字？森林的森。怎么？这叫学问。森林的森就能讲吗？哎，森字怎么写啊？三个这木头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木字写出来，它是一个不出头。这、哎、这就叫一个不。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两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儿，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三个这儿也有一个不字儿往上，出头，不是不出头。您听清楚了啊，不是说他不出头，全是不出头，都是这不字儿往上，出头。哼，这叫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嗯，好，好不好？确实是，这叫学问。嗯，说相声的说点有文化的内容，对对不对啊？这比较高级。哎，你还说一个吗？我都是低级的。哦，不说了。嗯，这个说相声的除了会这个之外啊，啊，你比如说变戏法啊，什么气功啊，你会变戏法吗？会啊。啊，什么气功啊，都得会。是 啊。哦，变戏法，先变戏法，先学气功。你的还都会啊？呵，好家伙，不会哪行？不够时间呢。这个变戏法，我跟您说啊。各位朋友，您有看过的，嗯，有的是表演的西洋魔术，我给您展示的叫古彩戏法，这个一般人还不会了，现在是吗？对，您合着您为了凑时间是吗？什么叫凑时间呢？那您可得大变，您给大家多多的展示啊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大？你才大变呢？变戏法的也穿我们这个大褂，对，但是黑色的，嗯，或者是那种深色的，是吧？不就不挨个说了啊，然后还拿着一块这个，拿着一块那个。那个夹背，但是叫袜子，哎，比我们这手绢要大啊。变的时候说一套话，各位朋友有看过的吧？
啊，你看这个袜子面上没戏法，里儿上藏不住，里外全没有，没有夹带藏掖，砸吧砸吧，拧吧拧吧，摔吧摔吧，揉吧揉吧，什么都没有，往肩膀上一搭，往地上一铺，这叫平地抠饼，甭管大小多少，变出点玩意儿，看看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，掌啊马上就能开出来。注意，今天我来了不白来啊，今天带点绝活来，特意给大家变点东西，拿这个手绢代表那个袜子啊，说那套话给您变一个啊。你看这个袜子面上没戏法，里上藏不住，里外全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拿过来之后往台板上一铺，戏法马上就来了，来了戏法，您盯着鼓掌，来吹口仙气儿，破哦，掌开。嗯，这个我跟您说啊，这个一般我还不变，这绝了，这个轻椅呢您还看不着，您这最多就变两次，什么意思？您不可能是这个三双鞋，我还能脱袜子呢。哈、啊，您成那洗脸盆的架子了。什么意思您？您赶紧穿上吧。嗯，气味不太美丽。哦，你看出来了。就这个我也会变。这是变戏，你再变一次。我给你变一个。你变一个。一般我这我不展示。哎，他还真没变过。你来了。面儿没戏法儿。对。理儿藏不住。什么都没有。我也不往这地板上搁。嗯。我就往手上一搁。哦。来来，吹口气。再吹口。出来了。什么呀？狗屁狗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叫？一般我不展示这个啊，因为他这鞋这味道，我想起这戏法了。哦，这不行，啊、这属于拿人开玩笑呢。可不行，您这开玩笑，这不行。啊、他说他变这不算数啊、嗯，接下来该骨骼大挪移了，是吧？什么？不拿点真格的是啊？您最好给我挪挪四会去，一会儿我就省着开车回去了。这挪四会干嘛？你车怎么办呀？给你骨骼大挪移啊！这你别挪啊，我挪。哦，太好，给我挪。不是我挪，我在这展示，你跟我学。哎，因为什么？你没学过这个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各位朋友，您别练啊，我教给他就行了啊。这个骨骼大挪移啊，这个一般我还轻易不练。我还挪得回来吗？挪得回来啊！哦，别说又歪着我就走了啊！挪得回来，你随便，你什么姿势都好看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你站外头。站外。站这，喂喂，哎，你不用说话，我什么动作，你什么动作啊？好，袖子卷起卷，让观众看着清楚。对，一般骨骼大挪移啊，吃自助这样，怕往里藏虾。嗯，那么些话呀，你是吧？来，往前推，大拇哥朝下，往前推，推啊！我这还推哪儿呢？推到头，推到头。你这没伸直，这得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那个伸直，哎，伸直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走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你怎么脸朝后了？你学这干嘛？光学这没有啊？前头大挪移，你怎么挪那儿去了？我怎么回事？你不行，你再来一次，再来一回，这不能一次两次就成功的，且得我练好几年呢。是吗？哎，往前推，大拇哥朝下。伸直，你胳膊没伸直，伸直，这伸直，伸直，哎，伸直，抓住，抓谁抓住？抓这四个啊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老学这个没有用，你怎么又跟耍狗熊的一样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挪的你？这个不能轻易告诉你，这是骨骼，它等于说把它拆下来了，到时候又拼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再看看去。再看不能老看啊！你回去自己研究去吧、哦、啊！这个不好来是吗？这是我没事练的这个绝活、哦、练的绝活啊！行了，再来露馅了啊！别来了啊、哦！相声演员都得会这个，你要不是说的光看看脑子反应快慢呢、啊，练点气功啊，练点大挪移啊，我们就可以下去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，你干嘛一会儿撅舌了？不是，我想给你点个赞啊。哦，这个还有更重要的功课，还有说笑逗唱嘛？对，这是我们的四门功课，可以说是正文，大家可能都听过。嗯啊，说相声的说点、学点、逗点、唱点，说呢就是什么什么绕口令啊，什么这个贯口啊，这是我们的基本功。嗯嗯，基本功的是贯口，贯口。哎，没事我们就得练。是，过去对着一张纸巾呢，就这么练。哎呦，我们请您吃饭，今儿都假的，您别相信啊。不请，2700多位，一位花100块钱，我们得多少钱呢？那可不，我们请您吃饭。满汉全席，南北榨菜，榨菜，
什么菜？大菜，南北大菜。嗯啊，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、红丸子、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。呵，这叫练基本功。哎呦，每个相声演员都得会。一看就是您今儿练了啊，每天就冲着这个就得背，嗯，就得练。对，练完功夫怎么样啊？就看这张纸。啊，这张纸很薄啊，嗯，就看看有没有喷出来那唾沫星子。背完一看，这纸跟原来一样，很干。哦，功夫练好了。嗯，背完一看，纸都没了。这么薄的纸一湿，它往下掉啊，掉面儿啊，你这功夫就差点，差太多了。大剧场还行，小剧场演出不行。嗯，演员离观众太近。对，尤其是第一排的朋友们。嗯，对吧？俩相声演员嘴里没功夫，一人带一喷壶。对。这浇花来了，哎呀，一说话话跟唾沫星子一块喷，前排坐第一排这受得了吗？相声有意思，哈哈哈哈。嗯，这辈子喷壶嘴，这是那个还不如他呢，噗啊，哈哈，噗啊，噗啊，哎呦不行，二位要不唱一个吧。哎呦，我不会游泳。呵，喷出多少来，一会儿人回家了。嗯，而这位呢，相声迷，相声迷不听相声睡不着觉，还爱听，哎，就得听相声才能睡着呢。嗯，催眠的相声啊，打电话订票又来了。嗯，这回再来长记性了。怎么？带着把雨伞就来了。呵，碰上邻居人还问他呢，大哥您干嘛去？没事，我上那个北展剧场听相声去。听相声带伞干嘛？你不知道啊？局部地区有雨。局部。做好之后，等会儿啊，先别说啊，把那伞撑开了。开始，哈哈哈哈，走，哈哈哈，走。你听一晚上相声比上半年班还累，这浑身都动会儿。回家路上还这样的，你说这玩意儿还大挪移呢。说起来是讽刺啊，这演员没练好功夫。嗯，练好功夫才能把大家逗乐了。对，你看观众乐这里有规律性啊，乐的时候有什么规律啊？嗯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，眼犄角这发现鱼尾纹。是啊，哪位朋友乐都是这么乐。嗯，开始的时候无动于衷，往这一坐，相声有意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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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哎呀，看你过分扬了。哎呀哎呀，哎呦，这才完。嚯，你看这个乐都是这个规律，太慢了。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哎，嗯，来得快，回去也快，那不好看了。是是，乐着来得快，回去也快啊，有点意思，说的不错，哈哈哈。嗯，不行不行，这就不行，急刹车。哎，另外大笑怎么笑啊？嗯，笑得越大，眼睛闭得越紧，嘴张得越大。哎呦，你有点意思，说的不错，哈哈哈哈。闭眼睛，张大嘴。这要翻过来呢？瞪着眼睛，闭着嘴。再试试，看着不自然。来来，有点意思，说的不错。你别再憋死吧，一会儿就死了。那可不，哎，这个听相声有规律。是，各位朋友，您一定要常听相声。对，笑一笑，少一少嘛。嗯，愁一愁，白了头啊。经常听相声，人这一笑能年轻一点。哎，啊，经常苦闷发愁，头发就白了。是，对不对？这是老话。老话，老话。也有说笑一笑，十年少的。什么少？笑一笑，十年少。不对，你说这不对。嗯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对，一乐年轻十岁，多好。你那个不可靠啊！你瞎说，谁一乐年轻十岁，那谁敢听相声？那人都更愿意听了。为什么呀？年轻十岁还不好吗？那不，比如说吧，嗯，拿你父亲举例子，就说我爸爸。你爸爸今年多大岁数？62。六十二岁。对，爱听相声。是啊。啊，比如这大哥是你爸爸啊？这大哥是你爸爸。那得举例子呀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爸爸就没来。就比如说吧，来了，你爸爸爱听相声，坐底下乐。嗯，好，栾云平，这是我儿子。嗯，知道吗？我儿子栾云平，栾云平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当副总啦，我儿子栾云平。你过瘾来了是吧？爸爸听儿子高兴啊。你不是乐你十岁呢？不还没到那包袱呢吗？嗯。你看，好，哎，乐了。您这是乐了，您这，啊，您这是犯了，您这。我是爱犯，你看这一乐，52了。哦，我爸真这么乐啊！年轻十岁啊！哎呦，52更得乐了，一会儿还得取经。52，52。
42了，嗯，42还得乐，嘿嘿嘿嘿，32是32的时候只能再乐三次，什么意思？乐三次2岁了，不够一回的了。2岁再可乐不能乐了啊！啊，捂着嘴千万别乐出来，没忍住，2岁孩子坐那，嘿嘿嘿嘿，没了，人没了。人不能没有，岁数没有了，嗯，变成刚出生的孩子了。嘿，来时候坐地铁来的，回呢，走时让邻居抱着给送家去了。好，免票，往家里一送，你媳妇不乐意了，出去，这谁的孩子？这可不是我私生的那个啊！啊呵，这不是那个，嗯，谁说的？这不你爸爸回来了吗？就是，有这事儿吗？嗯，所以说笑一笑，少一少，愁一愁，白了头。可以，哎，老听相声能够年轻一点，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您另外来说说相声的，怎么能把您逗乐呀？嗯，通过我们的基本功。对，说相声基本功除了绕口令啊、报菜名之外啊，还有一项叫数来宝。呵，这是我们的基本功，这是正文。哎，数来宝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侯震老师呢也没给介绍。数来宝啊，就是打着七块竹板给您讲故事，是，这挺有意思的。嗯，今天我特意有所准备，您啊，我把伴奏的乐器都拿来了。哦，乐器，乐器就在这儿，往起一拿，观众朋友还得鼓掌。呵，好。哎，数来宝的伴奏乐器很简单，没有架子鼓、垫贝斯，七块毛竹作为伴奏，嗯，打击乐嘛，是，哎，打出节奏，烘托气氛。来，后来发展成快板书啊。就流派分成了。对，你对这熟悉吗？我是专家。哦，你就是那专家。对。哦，我给大伙唱一段。嗯，你连听听这是哪段。好好，是哪派？没问题，行吗？可以可以，注意听着啊。嗯，轻易不展示这。好好，拜拜，喂，嗯，一句没唱，拜拜。我唱两句，你听听哪段啊？好好好。21岁的小寡妇，嗨，少兴没神儿，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我这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平，过了门子，死了那个当家人，当家人就栾云平。这不，这段叫小寡妇上坟，嗯，是个小段，哪派？王派。这都知道，这听过，这算热身。哎，再来一段你都不知道了。王凤山，听这跟那不一样了啊！嗯嗯，注意啊。有人唱吧，他们照相呢。行了，有人再让雷劈着。行行行，干嘛？行了行了，收拾 pose。唱啊唱，注意听这哪段啊？这你还真不见得知道。华蓥山，巍峨耸立，万丈多；嘉陵江水，滚滚的东流向开锅。赤日炎炎，别唱。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烧心窝。可是突然间。怒云翻滚，风雷吼，哗！一阵大雨似过瓢泼，哎，霎时间雨过天晴，消了热，长虹瑞彩照山河，清风徐来吹人爽，哎，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。哎呀，那位友友说了，说你是有病吗？怎么了你？我怎么有病呢？这板都给你拿去了，还唱呢？看不出来不乐意搭理，干嘛跟烤羊串似的？人家唱着半截快板，你把板拿走了，你这都像话吗？我唱快板，你拿我板干嘛？这段我听过呀。这段叫哪段？这段劫行车呀。哪派？我问你。李派劫行车呀。这都知道。是。哎呦，这比刚才那还俗呢。哎呦，
你这你不应该拦着我，我应该我想把这段唱完了。好，唱完天亮了。对，我唱完了，朋友们正被吸引呢。你说你谁吸引呢？哎呦，我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。无论如何，您得给我鼓鼓掌了啊！您这他老欺负人，您，我再来一段。你再气死在这儿。我不是我看不起你啊，这段你准不知道。不可能，我新挖掘出来的。不好，各位朋友都没听过。让我向你学习。你更没听过。这个同仁堂啊，那开的本是老药铺。行行行行，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。行了行了，别说，你嘴里有耗子是怎么的？什么叫有耗子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我新挖掘出来，这哪段？什么？你都告诉同仁堂了，你这仨字出来了都。哎呦，这属于那什么了？这属于开卷了，这个是吧？这你都知道？哪派？哪派？高派呢？这是。哎呦呵，我真不能轻敌了是吧？嗯，这叫死词儿快板数来宝。嗯，活词儿快板即兴发挥。现抓现编，这我行。你现编最好是吧？对，现编、啊、没问题。哎，出题目我当场编词儿，我给各位唱。那你唱唱可以吗？今儿观众来不少，哎，你能听着点吗？过门啊，开场板、啊。听着，哎，这台下有那个搞对象交朋友的。嘿，年轻人呐，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搞对象啊，跟电有什么关系？搞对象啊，哎呦，搞对象啊，他就得俩人来电呢、啊，有这么句话吧？你能唱不能唱、啊？搞对象，搞对象，搞对象啊，搞对象，已经搞了四个对象了。您那意思呢？往下唱。哎，让我唱那个我就唱，你爸爸台下搞对象去，搞不了了，刚抱回家去了已经。哦。你爸爸在台上搞对象，行行行，跟我爸没关系。谁也搞对象，就唱这题。哦，唱你三姨。嗯，哦，你三姨台下唱这题，唱这题。嘿、嗯哎，这个搞对象，哎，他的规矩多。什么规矩啊？一男一女最适合，俩男的说相声，搞对象为的把话说。嗯，咱们剧场里边少，这个公园里边多。公园有。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，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，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，这个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！我听说你还没对象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，有空你就去一趟。那太远了，远你坐飞机去啊？我知道，到那儿下了飞机，那西藏姑娘特别漂亮，拿那海带给您带上。海带。那白色的哈达，哈达吉祥如意，我知道，对吧？搞得不错，结婚的时候找个喇嘛给你主持，多有意思，是吧？喇嘛一主持，显着您朋友多呀。不，行不行？这个不，我跟您说啊，不二人选，我都要结婚了。哎呦，有对象？对，要结婚了，就不奔西藏了。我给你唱唱结婚呢。哎，嘿，要结婚，嘿嘿什么？八十岁老头又来了，要结婚呢，你跟我说。我给你办辆火葬车，我个火葬车能拉货。哎、别看完了大板看观众，我别跟你说了。跟谁说啊？好，你火葬车都出来了。火葬车这车便宜，小轿车。小轿车。嗯。你结婚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办辆火、哎、那个小轿车，火小轿车。我给你办辆宾利牌的小轿车。这行。这个你结婚呢，你跟我提议，我买点礼品送给你。对，我买的礼物实在多，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。有地儿啊，送了啊。哎，有电磁炉，有电饭锅，按摩椅呀，电脑桌，这个大电视，摩托车，大花圈呐、啊，骨灰盒，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？走，都搁你们家去。你们家不有地儿吗？有地儿搁这个。搁什么呀？不是大花圈、骨灰盒。再说一遍。大花圈、骨灰盒。结婚哪有送这个的呀？是你刚唱的呀。没有这词儿，你听错了。我谁说？你再唱一遍。再唱八遍也没有啊。有电磁炉、电饭锅、按摩椅啊、电脑桌、哦、大电视、摩托车，有大花篮、首饰盒，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？大花什么？哪有问题？大花什么？大花篮。大花篮。哎，什么盒？首饰盒。大花圈、骨灰盒。那可能我听错，谁错了？我听错，还是往哪儿搁呀？往我们家搁。哎嘿，这个大花篮，那个人人夸，里边插的是鲜花，
有玫瑰花，这个茉莉花，这个芍药花，还有牡丹花。这个首饰盒，这个带花边，卖的都是功夫钱，上边眼儿，下边台儿，象牙的雕刻整一圈，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啊，装相片啊，乐悠悠啊，安上电池的能转悠啊，安上电池您仔细看的后边还有大彩蛋。行行行行行行，您这就是骨灰盒啊，首饰盒，上边牙儿，下边台儿，对，象牙雕刻整一圈，它这是仿象牙，还有个框子装相片，对，这不骨灰盒，这什么首饰盒啊？首饰盒实名制的，看相片是你，嗯，一对一的，我不要这个，你要什么样的？我就要那老款那个，老款的，嗯，老款的首饰盒，这个真叫好，各样的首饰装的真不少，对，所有的东西都办齐，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呀，好好，这个买白纸啊，写黑字啊，你们家里办喜事儿，那是喜事儿吗？那个买白纸，白纸黑字的成语啊，你这签合同来了，白纸黑字他先练练，不，写的时候是用绿纸，对，绿纸，买黄纸，算卦的。买报纸写，报纸，嘿，买手纸写黑字，手纸就别嚷嚷了，写对联啊，手纸省财了，别，什么纸？红纸，哎，买红纸写红字啊，你那还看得见呢，你事儿太多了，买红纸写红字，你事儿太多了，买红纸写金字，买红纸写金字，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，嗯，就听见汽车喇叭响，18个新郎往外闯，站住，18个那么多啊，集体婚礼，我就一个。自己办，哎，对，你一个新郎往外闯，敲锣打鼓啊，喜洋洋，汽车里坐着个灰太狼，这大姑娘，坐着个大姑娘，哎，你冲着汽车一鞠躬，鞭炮齐鸣，这个咚咚咚，你冲着汽车二鞠躬，大家伙抻脖瞪眼睛，嗯，你冲着汽车三鞠躬，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，你冲着汽车四鞠躬，大伙默哀5分钟，这圆坟来了。大伙儿要求你5鞠躬，你冲着汽车6鞠躬，新娘子这才露笑容。新娘子下车慢腾腾，她嘴里的还把这个小曲儿哼。你看她秃眉毛啊，小眼睛，俩耳朵呼打呼打扇着风。猪八戒，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。新娘子长得俊又巧啊，你看她瓜子脸，尖下颏，细眉毛，大眼是两个大酒窝，外穿红袄大花格，脖子系着个白围脖，头上扎着个白头绳，她怀里抱着个骨灰盒。别唱，下面请您欣赏艺术的技术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高峰唱快板唱得好啊，是，多卖力气啊，啊，话筒都湿了啊，不至于吧？因为这个演员呢，嘴不能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劲儿，松就容易，我至于湿到那儿去吗？还，不至于的，嗨，没有，让他休息一会儿。哎，那倒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再说一段，就爱说相声，啊，那学的这个嘛，真的啊，养家糊口。就凭这个啊，关键是有一点啊，嗯，人要知足，哦，你的工作未必是你的兴趣，哦，但如果你的工作跟兴趣是一回事儿，怎么样？要感恩，哦，知足。你说，纺织女工就这么爱纺织吗？未见得呀，对不对？你钢厂工人就爱炼钢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嗯，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嗯，人总是要干点什么的，得干事儿。恰恰你干这事儿，你又爱。多好啊，太开心了，嗯，说相声高兴，哎，啊，您各位一高兴我们也高兴，哎哎，我们还指着说相声挣钱养家，嗯，啊，孩子上学，对，养老的，哎，把钱给媳妇儿，是给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拿着吧，嗯，你这谁客气什么呀，不用，不是你，你给你的，我给我的呀，多新鲜呢！你以为我单给他一份了？谁说的？其实也不怨于老师，也怨你们。干嘛呀？你们要不乐，我也想不起来这个。好多时候啊，我这么一说，大伙儿一乐，乐完了，有时候没法弄。怎么呢？人嫂子、人姐会上网、啊哦，人有时候听完之后，你看看，嗯，都怨这缺了德的郭德纲，骂你呢。有时候我一见他，就是说他来后台啊，啊，演出他两口子一块来串门来吗？他媳妇一来我就躲他，不敢见。别走，我站着。是郭德纲，你给我过来。哦，嫂子，嗯，
你这边先嬉皮笑脸的啊。嗯，你台上你又胡说八道了吧？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就一天到晚的，你们就没个正形。嗯，你说了那些都什么话？真是的啊！嫂子，我错了啊，以后我改了，承认错误，必须改啊。是，嗯，这个天可是越来越冷了。怎么了？你穿秋裤了吗？这画风转太快了吧？这个，啊，谢谢嫂子。嗯，穿了，穿了，少来。嗯，你准没穿。什么意思？过来，我看穿了吗？对，起来。还动手啊？这里头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倒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说相声是最开心的事情哦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场，富贵贫困不一般哦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嗯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嘿，为什么说这么几句呢？是啊，我是感慨我自己。怎么呢？人生在世离不开的是命运两个字。哦，命运。人对宇宙的理解最多到5%。哦，人世间充满了很多未知的事情，都不知道。我看看我自己，我就了解了啊。我的命运就是说相声。啊，就该着说相声。哎呀，好好说相声，认头说相声就行了。是吗？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。哦，这就是命。比如说有两碗米饭是搁这儿放着了，嗯，这碗让人端走了，是吃完之后经过消化排到厕所，哦，这就是这碗米饭的命。哦，就应该这样啊。他扔了厕所了，最后嗯，这碗米饭没动。哦，你看这就是他的运。是他不动。哎，你那个排了厕所，嗯，那是他的命。嗯，这个搁这儿摆着没动，这是他的运。这就是运。但这东西摆6天长毛了，又扔了厕所，还是他的命。嗯，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，都在这里头。对了，所以说咱们啊，嗯，认头，认头说相声，好好说相声，是跟观众们一块儿，嗯，哎，我给您快乐，您给我饭吃，嗯，这就可以了，多好啊！说别的没有意义哦，有梦想未必要实现啊。于老师这辈子最大的梦想，打算当一个大美女，想想就得了。我想想都觉得浪得慌。我想当一大美女，我怎么想的？我就说这形容词嘛。啊，想一想，想想就得了，算了吧。啊，这可不是算了吗？是吧？啊，就是我是形容词，你不能往心里去。你还想当大美女？你真是的。我谁往心里去了？嗯，所以说我说，你看，你男朋友来了。我呀，这就是人生。哦，命。好好说相声。嗯，当然了。干艺术这个门其实也挺难。那当然不容易 啊有的简单，有的就难。哦，还有分。你看，那是啊，啊，人力可为就比较简单。什么叫人力可为啊？哎，你比如于老师啊，于老师在单位里边想评个级。哦，评级。哎，几级演员，哎，评个级。嗯，这是人力可为的。这可为吗？哎呀，是吧？你看人力可评级人，比如说啊，咱别说你是相声演员了，这容易得罪人 啊。说相声怎么那么得罪人？你是一个电影演员，哦，影视演员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哎，八宝山电影厂的演员。八宝山有电影厂吗？没有这个电影厂。对呀，有人你还告状去，举报去，你随着人一听没有这个，这瞎说。哦，咱们就躲过一劫，这就是咱俩的命运。你看这儿等着我呢。嗯，哎，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于谦老师。哦，还是著名演员。对了，你最近特别向往着要要做3级。我要做一个3级的电影，还是3级的演员啊？不是，你这个人这就没意思了啊。你是一个4级的演员，现在评级你想调一级。我还不如3级呢，现在你要调成3级。是啊，不得一点点往上熬吗？啊，对，得先拍啊，对吧？其实你已经，你这个人很龌龊，真的。没有话，我那还不如3级，我可不得熬吗？我这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得熬。其实你已经有很多作品了。呦呦，是啊，你想，你拍了好多，床上床下，啊，床头床尾是，床塌了，
床碎了，嗯，骂街的邻居等等，我没出屋，感情您呢？这些戏都是您拍的啊、哦。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要调集了。哦，我哎，赶巧了，有一电影是男一号是你，哟，女一号苍井空，还是三级？不不，故事片嘛。哎呦，还故事片呢？于老师是一个大学生，啊，年轻。哎，一进大学，校长就爱上你了。是啊，你认校长当干爹。我。这男的女的这校长男的 男的干爹嘛，对，哦，哎，副校长也爱上你了，这副校长你又认一干爹，俩干爹，哎，教务主任也爱上你了，教务主任呢，你又认一干爹，仨干爹，对不对、嗯、看门的大爷也爱上你了，是，你又认一干爹，不是大爷了，哎，怎么那么些干爹呀、都是你的干爹义父啊，学校还给你送块匾叫富可敌国。这三级片有人看吗？别着急，你就毕业了。我这还能毕业呢？这个毕业了啊！毕业之后，你开始找工作，先到一个夜店里边。哦，哎，电影嘛，电影的故事嘛，你就到夜店了。是，到夜店里边，你每天站在那儿，你玩那个电磁炉啊。我你嗨，没听说过那叫什么打碟的那是？对对对，你就在那儿开始打碟。打嗨，我倒是爹多。你然后骂娘、嗯，没听说过什么打什么打碟，啊、就滋啦滋啦就玩那玩意儿，就是打碟。哎，嗯，认识了。女一号，哦，这时候苍井空，哎，碰见苍井空了，哦，他也爱你，你也爱他，嗯，故事他当干爹、哎、没有、哎，你也想太多了，对，哎，故事就开始了呗，哦，咱就随便说呗，哈，是，哎，认识了，认识之后呢，哎，突然间这个地儿把你给辞了，哟，不让你玩那个什么打碟，啊，不让你玩这个了，哦，出来了，哎呀，没有那个女孩的联系方式，哎呦，很难过，是，妈，你看故事都有悬念啊。啊，男一号女一号碰见了，有爱情了，但是又分开了，哎，分去怎么办，你找工作吧，啊，哎，有一个外国的杂志社，哦，请你当编辑，你说我这，哎，外国有一杂志叫花花公子，啊，还没离开这行啊、嗯、花花公子的书本兄弟单位，这是什么单位呀、啊、叫这个杂志叫花子公子，我要饭的呀，不是，啊，你就上那儿去吧。哎、啊，你到这儿，你又碰见这个女演员了。你这他这涉猎也挺广泛。对了，俩人就碰见了。哦，慢慢的感情就有了呗。是。有一天，这个女孩就跟你说了：“嗯，我对你好，你给我买块表。”哎呵，哎呀，哎对，啊，苍井空就是高峰的三姨啊。就说这意思啊，这个、啊，要不说我们这三段相声其实是一段。拆着使啊！对你好，你给我买块表。对，咱不提这个了，啊、就都买完了吧。啊，关系越来越好。哦，你给他买了一个大钻戒，人家要表，我给人买一钻戒，这是连求婚呢。哎呦，大钻戒哦，但是不能愣给。那我啊，给你吧，咱俩搞对象，这完了不行吗？这不是电影啊。哦，那电影应该电影是艺术，那应该怎么拍？买一大钻戒哦，又买了20个发面饼。这思路很清奇、啊、那是啊，大钻戒塞在发面饼里边，哟，来一口袋啊，挖一杯，是，哎，拉着高峰的三姨啊，别提高峰的三姨了，嗯，俩人春游去了，哦，天清水碧，鸟语花香，或野炊，小溪潺潺啊，俩人站在这儿啊、哦，把这口袋卸下来，发面饼，哎，一抖了这底儿，我去你的，这是20个发面饼，漫山遍野都是，哎呦，这干嘛呀？你拿手一指。那个哦，他三姨唰唰唰唰就出去了，啊，烫，一口就咬住了，哦、是站在那咔嚓咔嚓咔嚓就吃，哦，吃完一看这意思没有，没要有钻戒就隔牙了，哦，没有，哎，他站着看着你，嗯，我呢，于老一直那个哦，唰又去了，啊，简短接说吃到第20个是吃出来了，哦，嗯，大钻戒噗噗。有了，嗯，于老眼泪下来了，哇，哎呀，这缺德娘们儿啊，啊，真浪费粮食，哎，真能吃，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电影结束。您这剧本苍井空接吗？不是，你以为日本人见过那么些个发面饼吗？就为发面饼接的呀，人力可为，这就给苍井空了，就这一个。
给你给他没有区别，就给他了，跟艺术没有关系，都在单位领导手里攥着，人力可为，人力可为，这事儿就简单。哎，你要这么一说还确实是，对不对？这人控制呢嘛，对了，对对对。但是你说站这商演，嗯，卖票，人力不可为，这怎么不可为呢？比如说咱俩人郭德纲于谦在北京北展2700座，啊、嗯，对，这是我们准备干一个商演，商业性演出、啊。嗯，咱要想人力可为，就得发动咱家的亲戚和朋友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咱得凑齐了，没人看咱得花钱啊，啊、嗯，花钱雇学校再拉两车来，咱花钱，就说这意思啊。比如说你想人力可为的话，你不得自己凑人吗？哦、是，对吧？同学、朋友，啊，反正我都想到的，我都接来了。嗯，您也得想办法，北京的亲戚是啊，还有河北省永定河边上的。对吧？那这现发展的呢，咱两家再怎么凑，凑300人就了不起了，那就不容易了。这还说在北京啊，明天贵州干一场，咱不能打北京拿飞机往那拉人呢，那多费钱啊！必须是人叫人千声不语，货叫人点手自来，凭能耐贴出名字叫张三李四在这说相声，哇，老百姓自己花钱买，愿意听，那是真能耐。对了，啊，你指着说我骗他们，把他们骗来，你就记住了，让大伙花钱，那会儿他比你还灵了。不好骗，人家不会上这种当的，是啊，所以说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，那是，会说会唱，懂心理学，哦啊，跟观众得当亲戚一样，哦，就那么亲，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而且还要练，练，你嘴得干净啊，你得会唱啊，哦，你吐字发音呢、啊，基本功，你做了最后一个旮旯，每一个字儿不在那听明白了吗？你这嘴里有劲儿吗？对不对啊？说话得清楚，是，说话不清，如同钝刀杀人，嚯、哦！您这说的也有点过了吧？还钝刀杀人，那是多难受！说话吐字不清，杀人的刀要快呀、啊。是啊，歘一刀脑袋掉了。对，这刀子要是钝，杀人太痛苦。钝刀杀人，太痛苦。怎么个痛苦法？都是杀人，反正都是死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。哦。您来吧，反正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买块票吧。哎，对，行，我做好准备了。您来，举例子说明今天要杀于老师。你看，我这杀我，你哪有喊好的？你看了，哎，没有，太不厚道了，您这，嗯嗯，都是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吗？挑个好日子，嗯，除夕，举国同庆，大年三十啊，要杀于老师啊。今天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忘不了的日子。那也记不住的日子，这个啊，于老师今天嗯过生日，过三喜临门，嗯啊，而且今天新搬的家，还乔迁，刚买一大别墅36000平米，哎呦，大别墅嚯、哦！而且今天您儿子回家来了，从哪儿回来？靠，这儿子英国留学，今天毕业回来。哎呦，海归学子！哎呀，这孩子，你想3岁去了英国，这刚回来，让人给卖了。这孩子是留学去了吗？是是是，留学去了。3岁，哎，今天回来31，或走那么些年，走的时候他都不认识你，那可不是吗？一声好听的都没叫过。3岁呀、啊，今天回来哦，而且带着未婚妻，还找一对象。哎呦，他这个媳妇了不得，是吗？人家里边是世界首富，还有钱、啊。哎呦，早晨出去，你媳妇买菜。捎带脚2毛钱买张彩票哦，中一头奖哟，现金1亿5000万，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，天底下的好事都砸到于老师的头上，真好，高兴啊！那是媳妇儿这儿忙活着，嗯，儿子带着儿媳妇回来了，你看高兴是，还没来及说话呢，嗯，门铃响，谁来了？开门一看，嗯，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，这印度美女，哎呦。穿着一身印度的传统服装哦，额头这还点了一红点儿，这就是风情嘛。捧着一个包装盒，这盒。亲爱的于老师你好，高峰的3姨又来了，不是，啊，两回事，你不能连着听 啊。没有买块表了，木有的，哎，还得买个包呗。啊，没有。那是人家商店里边促销，哦，给您送货的。是于老师啊，祝您生日快乐，反正这味儿吧。您是哪们这儿 VIP 中 P？ 呵。这是给您送来的礼物，什么礼物啊？印度三宝，印度三宝，印度三宝。什么叫印度三宝？哎，这头一个啊，这盒就是印度三宝之一。这盒，哎，这是印度小叶紫檀雕的。哎呦，这可值钱，这么大个儿是，
几位，不是您那边熟啊？啊，紫檀无大料，是紫檀长着长着就空了，就酥了。长这么大，那得好几百年哦，很难得。而且小叶紫檀，小叶儿，小叶儿是这个山坡不着太阳这面出的，那阴坡阴面更难长，嗯、所以这个东西它值钱。哦，这本身这就是宝贝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一开盖里边还有又有好东西，这宝石好，印度的神油，一桶。于老师趁热喝了不？我喝了啊。于老师蹲，高兴啊！我还听话呢。突然间就愣住了，嗯，发现这女孩这儿点一红点儿，这红点儿是？我打小看印度电影，我老纳闷这红点儿我能 K 一下吗？我这也好奇心太强，来吧，嗯。拿手一 K， 这红点掉了。哟，里边有字儿，写的是特等奖。哟，这好事还没完呢。啊，哦，公司促销，谁发现这个谁得特等奖、啊。这特等奖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印度女孩，怎么个意思？刚18岁，印度大美女，这个人就归你了，就归我们家啊，就给您了啊，就我的了。于老师乐的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哦，你等会儿吧，我这要出水啊，我这是。出水芙蓉，没听说过，很是开心啊！当然了，嫂子不愿意，是凭什么呀？哪儿就来个印度姑娘啊？她痴心，这日子还过不过呢？啊，这边就得劝。我也在现场呢，您也去了，我是给谦哥祝寿嘛，过生日嘛。啊，师哥生日快乐！对，我说嫂子，别闹别闹，咱们就这高高兴兴的事情啊。对对，至于别的，咱们回来再商量。哎哎，就这会儿功夫，有人砸门，怎么又谁来了？开门一看，嗯，100多官兵。官兵干嘛来了？于老师好，啊，您好，新年快乐。好嘞，这个乔迁之喜，谢谢您，父子团圆，呵呵，生日快乐。得嘞，走，咱们杀头去。啊，好，我都快把这茬给忘了啊，怎么还有这事儿呢？凭什么这么多好事都是你的呀？对不对？哦，于老师，请，干嘛杀头？给于老师弄走了。哎呦，屋里边的气氛也一下就暗淡下来了。肯定是，都傻了啊。我一下我腿都软了，没经历过呀，你坐这儿了动不了了啊，你媳妇儿就哐当坐我旁边了，这印度这女孩就坐我这边，我们仨人啊你什么表情太难过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呀、啊、哎，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哎，对了，那假牙都快掉了啊、哦，这哎呀，最难过的是你儿子，他难过。打回来坐在那儿，本来孩子想很认真的喊你一声，这还没叫出来呢。从小从3岁到现在一句没叫，是本来指望一家人坐好了，认认真真喊你一句，没等喊，嗯，你弄走了啊，孩子傻了，眼泪下来了，这真哭了。哟，这个心难受，伤心吗？你媳妇也是啊，拿手一指着儿子啊，你要干嘛呀、啊？你要哭啊？你至于的吗？啊，怎么不至于啊？咱们这。啊，好容易团聚了，这谁跟谁团聚了呀？我擦擦眼泪，你倒哭了。哎，谁也不许哭，听见吗？事儿是挺大，是谁也别出音儿，嗯，别让邻居们听见啊。那什么，今儿除夕，干嘛？包饺子吧？哎、嗯，做饭吧，咱们啊啊，做饭还有心吃呢。哎呀，吃是吃不下去，是吗？来10个凉菜。哦，弄10个热菜啊，点个锅子、哦，包点饺子吧。哎呦，素三鲜、海三鲜，嗯，牛肉大葱、羊肉白菜，啊，这一家子都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我那儿都拉去要斩首了，在这儿还大吃大喝。哎呀，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、啊，那为谁呀、啊？为了你的脸面，这跟我还有什么关系？不能让邻居们看见。哎呦，这家人哭哭啼啼的啊！哎呀，杀个人，他们连饭都不吃了，没见过世面，咱不唠这个。哪儿有这缺德邻居啊？知道吗？哎，煮饺子哦，开瓶啤酒、哦、白酒、嗯、烫点黄酒，嗯，醒上那红酒，是吃饺子吗？包点蒜，哎，那是，哎呀，炸好了，真全，倒点醋，点点香油，哎，捞点腊八蒜，对，再调一碗那个印度咖喱啊，对，那还印度娘们呢，得照顾一下。 做好了，哎呀，吃不下去啊！干嘛？对，打开电视吧。干嘛？今天是年30，看看晚会、哦。嗯，看看还有没有好相声。没有好相声了，我都枪毙了，还有好相声吗？我们正在合家欢，那个南过的时候，
差点把实话说出来。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。干嘛送菜市口去？那是一个杀人的风水宝地。这还要什么风水啊？来到这儿，给于老师先把衣服都扒了。妈，都扒了，一丝不挂，光着呀！哎呀，命都不要了，还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。哎呦，忘了啊！扒了之后拿绳子来捆好了啊，绳子双着下来打脖子过来，俩胳膊捆好往后一别，干嘛这么绑？哎，脖子后边一个花，胳膊这儿俩花，手腕子俩花，这叫五花大绑，这也有讲究。哎，绑好了，脖子后边给插一个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就是白纸叠一个宝剑的尖儿。哦，各位都见过吧？啊，里边搁个竹子，打这插过去，是是，得写着那个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罪过啊？我什么罪过？哎。监斩，大流氓于谦，我还是流氓，我说光着呢。嗯嗯，于老师大气，我还大气。本盲，什么叫本盲啊？大流氓啊，啊，大流氓自称本盲啊，我还跟人放什么分呢？我本大不好听啊，多新鲜！那大本还好一点，我就别圆下了呗。本盲啊，跪下！哎，都踹上了，啪，跪下了，哎。让你跪下，谁让你撅着呀？废话，谁让你踹我的？我又撅那儿了啊！行了，行行，大伙儿说别管他了，就那样吧啊！嗯，都收拾完了啊，天光大亮，哦，合着我们折腾一宿，那可不，从家送来忙活半天啊，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上，那是一宿，可不就初一了吗？北京每年从大年初一开始是有庙会的，啊，对，有这些。哎，绑你这地儿呢，就在琉璃厂附近。嗯，这叫场店庙会，这是传统庙会了，大清朝就有，是吧？啊，粗略统计，北京城大概有这么五六十万人要来，就外地的游客也得有五六十万，大概就是100万人要从你的身边经过，就一百，不是你们那天卖票不卖票啊？通票。哦，我都含在里头。你算一个景点儿，拿我当景点儿这么卖。你这景点儿叫雅俗共赏。我这嗨，不唱。我这老二跪好了。嗯，老百姓都从这儿过。哦，开始也没注意。是吗？哎呦呵，这个场店庙会是真热闹哈。真是好。哎，初一来玩这个来。啊。怎么了？于谦认出来了。了干嘛呀？我太喜欢听你的相声了。这时候别提了。我听你睡不着觉，快给我拍一张。我这还别拍了，这还拍什么？这一会儿斩首了我。啊，游人们啊，陆陆续续看啊。哎，男男女女，老太太们哪儿了？啊，哪是于谦？好，这是哎呦，这是于谦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真白呀！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老太太，哎，这真白，凉不凉啊？那能不凉吗？啊，好，真好，我得先输液去，回来再看你啊。你死不死啊你？你赶紧看病去，不就完了吗？还回来干嘛呀？你就说受欢迎程度，这时候就不用讲这个。哎呦，这一传出去，自媒体就都来了。哦，还有网红，哎呦，直播的，啊，这拦不住。紧跟着 啊，各大网站关于您这个报道都写出来了。哎呦啊！100多万人，只看于谦，哟，郭德纲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老得把你自个儿搁里头。嗯，有的是自媒体写的。哦，连于谦都被杀头。哦，德云社的管理是不是真有问题？你看看，哎，菜市口的于谦是否怀念曲艺团的温暖？哦，还有这么个，哎，就人家写的各种题目啊呀，嗯嗯嗯，就替您打抱不平。我倒没听出来。嗯嗯嗯，一眨眼啊，就到了初七了。我，你先到那块儿，我跟这儿展了7天呢，合着啊。因为北京的庙会是初一到初六，那还剩一天呢。你看内部人员不得看看吗？啊，给他们还一优惠场。对了，一直到初七是都看完了。哦，这回是没有什么说的了。啊，必须要杀头了。没有，没看过。哎，监斩官就来了。怎么还有监斩官？得有一个官员负责监斩。哦，管这事儿。哎，披着红斗篷，戴着红风帽，这儿还有一墨镜。这也有讲究吗？有讲究，这是为了辟邪的。哦，大人往这一坐，要背冲着你不看，不能看啊。哎，这刽子手过来了。啊，启禀大人，是一切准备好。哦，请您令下。
下令。监斩官这才回头。哦，仨呀？嗯，整啊？整？弄他呀？收拾他呀？给弄稀碎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还一东北监斩官呢？这个，这是东北的新上任的啊。哦，仨他，给、哦、给他剁了，剁稀碎，快整他。嗯，嘴太碎了，这个。刽子手答应一声啊，还把这刀拿出来。是这口刀，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毫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，举着刀、啊、奔着于老师就来了。怎么样？大喊大喊，怎么着？大喊！哎，是不是吓一跳？谁吓一跳？可不是吓一跳吗？你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谁跟你逗了？是不是好搞笑？谁跟你逗了？于老师，我净听你相声了，我没想到你落我手里边了。废话。哎，我刚哎呦坏了，怎么了？啊、尿了，这叫吓的。哎，我跟你逗着玩呢。嗨，谁跟你逗？拿墩布来，拿墩布来给我。嗨、啊，才弄一下子。嗨嗨，行，于老师，赶紧，您抬腿。我哪条腿？哪长了？啊、哦、好，我这捆着呢，抬哪条腿呀、啊？我。擦干净了，砍不砍了？这回真砍了，这话吓死了都。哎，走你啊！砍了一刀下去，人头落地。是于老师这脑袋跟地上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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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走到那儿停住了，干嘛？等红绿灯。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咕噜咕噜，哎，绿灯啊，嘟噜噜噜才过去，才咕噜过马路，回过头来还夸了一句，说什么呀？好快的刀啊！嗨。我也太欠了，我哎，这就叫杀人的刀要快，那快刀是痛快。哎，这个刀要是钝刀，您可受罪了。钝刀怎么受罪？我给您换一个方式，这回用打钝刀。哦，不快。前面咱们可不提了啊。哪儿啊？怎么抽奖了？然后他坐我这儿啊，坐我这儿。行。我们喝酒啊，啊，就搞团圆什么。行，都是你的，行了吗？啊。要你要这么懂事，就不用杀头了。嗨。就憋着这个呢是吗？一直到这会儿吧，啊，初七了啊。哦，简短截说到初七了。好、哦，监斩官来做好了。嗯，启禀大人，时辰一到。对，撤斩。监斩官一回头，嗯，撒呀，整啊，弄啊，切啊，弄稀碎呀，是小子呀，嗯，这孙子还没下班呢。嗯，打刀举起来，这回是口钝刀。钝刀怎么办？这口刀是打唐朝流传下来的，老的，一次都没磨过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刀刃比刀背厚一寸。哎。反着用合适了。要是拿刀刃杀你啊，是你的造化啊！哎，今天得打算用这个刀背来杀你啊！这砍，哎，这刀举起来呀，还揍你、哦、来，咔！这事儿就卡在脖子上了，多在上头了，上不来下不去。哦呦，哎呀，横着推吧。我去，连锯三天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呢？你是饿死的。去。后来啊，这个、没有后来了。好，您这还有接着的连续剧。哎呀，我就爱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啊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谦哥、您说，你那个杯子为什么那个颜色呢？那就买时候就这样呢，特意挑的哈。嗯、这就喜欢这色儿。好吧啊、嗯。哎呀，春暖花开，嗯，太平盛景，我们又可以说相声了。嗯，我们俩这是好久没一块儿说了。他都一年两年了，他尤其他就拍戏去，是那会儿因为事儿也多，我说拍戏拍呗，嗯，这一气签了两三部戏，对啊，这个戏还得再拍一个月，还得有一个多月吧，还一个月吧啊、嗯，今天演完了呢，我连夜就得回天津，对，要回天津的话，就是明天27号我还能歇一天，是，然后后天28、29，对，天津那个体育馆小馆啊，小馆叫小馆啊、嗯，体育馆，嗯。就演说相声，我们还有两场，是补的疫情那年那相声专场，对，有两场，人观众不退票，你是攥着不退票，哎，商量来商量去，这两天时间合适，哎，得给人补上，先给补这个，嗯，哎，这个补完之后呢，把于老师先送回去拍戏去，哎，然后就到五一了，哎，五一1号到7号，天津德云社2周年庆典是。要是有时间你们看看去，每天晚上不一样的节目，对啊，你们爱着各种演员，每天晚上都会有展示、啊、我7号还回来，还7号于老师赶回来演7号最后一天，对，7号呢演出之前呢先收肖子科的最后一批学生，哦，又收徒啊，之前老说收了一下一直没收，嗯，再不收这帮都退休了啊、哎、
太能拖。那样的话，七号收他们，嗯，然后八、九、十、十一这四天，嗯，在天津中华剧院，嗯，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。哦，啊，那四天也挺热闹，有古曲，什么张云雷呀、啊，什么郭麒麟呐、啊，陶阳啊，都上去唱大鼓去。哦，啊，展示另一面。对对对，嗯，有时间各位您多捧场，谢谢您。啊、对，嗯。然后打这儿起呢，我们就各种演出就一场一场的就排了。我跟谦哥为了救活他，5月20号成都我们还有一场相声大会。对了，追到成都去了。对啊，本来我说成都我就不去，后来他们说谦哥那儿好多女演员都在成都、哎、啊。我说我替谦哥看一看。嗯，对，要是对你好，我给他买块票。哎，高峰的三姨也在那儿。然后今年麒麟剧社呢，京剧。啊、哦，也演哎，5月底山东济南演完之后回来北京煤大有两场，然后青岛大剧院、哎、青岛有两场、嗯、武汉有两场，上海有两场，苏州也有，嚯、哦、啊，反正热闹闹吧，相声啊什么这陆陆续续的演都演上来了啊。9月的中旬啊，9月之前嗯嗯、上海有京剧，有还有我们的话剧窝头会馆啊，8月底9月初、嗯、有5场在上海，是然后9月中旬到10月中下旬是我们国外巡演，哦、啊，头一站先奔奥克兰，从那儿奔澳洲，什么墨尔本啊，然后奔北美，啊，什么洛杉矶啊，什么这都是演，回来就得10月中下旬。嗯，我们演出部最开始定了这节目单，我说这不行，嗯，咱们这个演完之后10月底，他那从10月底就奔欧洲，嗯，欧洲最后一站他们转到南非，我说去不了这个，好家伙。太远了，再一个回来之后就过年了啊，所以说欧洲这趟呢就搁到春节后这么干了，就明年了。对，然后这里边还有做节目，还有我们这个逗笑社，大概7、8月份要开始录啊，是吧？就都一块开始了。所以说你看歇了2年了吧，这一看这工作就已经又都排满了，就是啊，是是，还是那句话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多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支持，您捧场，再一次谢谢您各位啊，谢谢。每到这个环节，是不是就应该把高峰叫上来了？哎，对对，老高，高老师，我们过来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老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对，那个那是你三姨夫。哎呀，我三姨倒挺垮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对我好，卖了块表。哎，好，又来了。好久没有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说说了。哎呀，挺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跟高峰是老乡。嗯，没错，天津人，都天津的，是了。于老师祖籍是陕西，对了啊，嗯，跟父母他们老爷子在天津大港，对，但他从小呢是在北京长大，是啊，所以说从这点来说，其实我们仨算是同乡，哎，都不远。这俩人打小没少欺负我，我们哪欺负你了？你看看，这个说实话啊，啊，您讲讲，你要不说实话有报应啊？怎么报应？你看真的，小时候在一块儿，这俩人都比我灵。孩儿们，你想呀，我印象很深。嗯啊，小的时候他们就出题欺负我。嗯，郭德纲，一加一得几？这个谁不会啊？就是、嗯、一加一得二。啊，哎，一加一乘以64890。我你想，我小时候我哪算得过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俩人罚你，啊、哦，惩罚，喝水。好家伙，弄一大碗水喝，不喝打你，灌大肚、哦。这俩人要一个，我就敢跟他。闹一闹，打得过一对一、啊，俩人受不了，喝吧，蹲蹲蹲蹲蹲，98490除以68420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喝水，好家伙，蹲蹲蹲蹲蹲，也喝，好家伙，我恨不得喝了这么一盆水，啊，瞧瞧，喝完我站着我都动不了了，嗯，这俩人乐呀，啊，高兴啊，小孩嘛，就小孩，你说欺负人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是人吗？啊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冬天嘛，嗯，喝完了，啊，出去玩会儿去，我还玩得动吗？对呀、啊，走都不动了。我在门口那儿站着，我跟傻子似的，人俩人高兴玩儿，兴玩哎，院里有一大铁门，嗯，俩人过去了。谦儿，你敢舔一下吗？冬天舔铁门呢？谦儿乐了，你要敢我就敢。你瞧，较劲。高峰，你看我，哎，嗯，怎么样？舔铁门，舌头粘上，那还不粘上、哎、啊？谦儿说：“你这会吗、嗯？我也试试吧。”来来，也粘上了，俩人呢，都粘上了，多难看呢！我就吓坏了啊。怎么了这是？两位，快下，救我们俩！话都说不利索了，我就赶紧拿盆要接自来水去。嗯，院里那大爷，你干嘛？我接凉水救他们。混蛋！
那凉水那能救了他们俩吗？那怎么办？得温乎的水。哦，哪儿找温水去？温。你干嘛要自产自销？你这是。后来我就把他们俩救了。哎，好，过程就不讲了。拿什么救的？您这是？你问的太细致，没有意义啊。就是冬天。转过年夏天，这俩坏蛋啊！呵，我们还坏蛋。郭德纲，夏天了，嗯，大铁门你敢舔吗？夏天没事了。我说你们俩敢舔，我就敢。嗯、好嘞，俩人过去，呱啦呱啦呱啦呱，舔大铁门。哦，我还是没敢。怎么？你大铁门刚刷了油漆啊？好嘛，就俩人这个聪明啊，这叫聪明啊，这个真是的，舔一嘴油漆啊。俩人打小我就上他们的当，谁上谁的当，很开心。哎呀，很开心，真是的啊。老高今年多少岁了？四十整。你才四十啊？啊，看怎么了。好家伙，于老师他才四十啊。可不吗？多年轻啊。真好啊。啊，你姨多大岁数了？哎，我姨呢问我三姨。我跟你说吧。哎呀，在一块说相声开心之极。嗯啊，这个今天咱们得多演吧。那当然了。是不是？对。不光我们要多演啊，后台这些演员，我刚才在后台说了，希望你们拿出时间来啊。多说相声，哎，回馈观众，太喜欢了。是，把他们叫上，咱们聊会儿，好不好？哎，太棒了，好吧。好的，欢迎来来来，所有孩子们，欢迎。嗯，我给您再介绍一下这些位啊，打那边开始，头一位高峰高老板，还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。嗯，哎，我徒弟张小黑啊，张九龄，嗯，这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王九龙。好，这是我大儿子郭麒麟。这是我徒弟严鹤祥。主持人你们都认识啊，少侯爷侯震。一般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观众们愿意看他们单独演点什么，是吧？来，九零，快来！啊，你那观众在那儿哈。嗯，那个我唱一般，我给大家来一模仿秀吧。哎呦嚯，这可了不得了啊！我给您模仿一个于谦老师，好吧？啊，先给您道个歉啊。您别客气。是模仿他起床之后那一套吗？刚才模仿过了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于谦，我也有一道自制的小菜，做法很容易，吃完就窜稀。开始模仿吧。什么还没模仿啊？啊，过去了啊啊！哎，真搞笑啊！这啊，真搞笑啊！这个我理解，因为有人观众好多人在网上提过，于老师在网上教人做饭，说他做菜就是第一食材很简单，第二呢技术很简单，第三做完了就真的很难吃。嗯，来外甥，快来。好啊，哎，我这有你来一个什么尴尬的节目？别着急，我这有一个很可乐的包袱。哎呦哎呦呦，那大伙准备好了啊？是一个笑话。哎呦好，我给于老师讲一个吧。哎好，我提前给您道个歉。好，你这顿菜是怎么样？我给您道个歉啊。说呀，啊，有一块玻璃打六楼掉到地上了，问他会对你说什么？不知道。晚安。为什么呢？我要碎了。那个，这个外甥其实是表外甥，不是亲的。别摘了。不是关系特别近的那种外甥。别摘了。嗯，好，晚安。好，大脑袋，来过来，来徒弟，我徒弟厉害着呢，又能说书，又能旅游，嗯。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加上烧锅炉三门报。嗯，那我给于老师一个猜，你先道歉吧，我先给你道个歉。您猜啊？啊，对。说您啊，跟着我师父出国巡演回来以后，啊，回家看您母亲。嗯，啊。您母亲问您，嗯，啊，说我儿此游累吗？您应该怎么回答？我应该怎么回答呀？您该回答买那么一寸于谦。乱七八糟的，因为他问的是我儿此游累吗？啊，
这个徒弟也是表徒弟。来，这亲儿子可不是假的吧？栾云平，栾云平，快过来吧！哎呦，就指着他说唱伴舞绝。哎呦，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，我替他们给观众朋友们道个歉。哎嗨，这是纯道歉的啊，道歉门的徒弟，老高你快来吧，我给你买块表吧，嗯。谁给谁道歉？这谁都行啊！对，刚才这几个小节目啊，脍炙人口。对，但是呢，观众说，哎，特别想听高老师的节目啊。人家哪有这个反馈、啊？我看出来了，他们都显着、啊。你看，谢谢您啊！鄙人才疏学浅啊，也不会什么绝活，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啊。那还道歉不道歉呢？欠咱就不道了。我给您那个什么吧，唱两句，唱一句快板吧啊。一句啊，小小的毛猴胆量高，一个跟头不见了。谢谢大家。给您道歉，祝您晚安、啊、没看见玻璃就碎了，儿啊，就指着你了，让你们看看我们大少。哎，我先跟您道歉。不，咱们不能指着道歉活着啊！这都是我安排好的。哦，大少出场前面我都不让他们好好发挥，好儿子就得看我这一下了。来吧，说天气。我先跟您道个歉吧，行，挺好啊。嗯，还得是个郭麒麟这个节目，言简意赅啊。那倒是。哎呀，您也看出来了啊，这个能折腾那几个人没在这儿，这都是沉稳道歉型的演员。嗯，来吧，都往前站着吧，往前站着吧啊。这样熬出来了是吧？说天亲，天也算亲。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上万物似黄金呐、将军战马金活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。说同行亲，还是老习惯。我盼着亲，哎，何必手足做仇人呐？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？看罢新坟，看旧坟。要说亲，嗯，观众们亲，哎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。桃杏争春，我劝诸位，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吃喝嫖赌也莫沾身。没事儿呢，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，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